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九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首先列席，首先介绍列席委员，列席官员，卫福部政务次长何启功次长，人事处副处长黄湘文，疾病管制署署长郭旭松，国发会社会发展处处长李武玉，好，副主任委员请假，行政院人事行政处常务副人事长张念中，全序部常务次长涂其梅，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梅英，在场委员，我们郭立雄委员到场，还有柯建明柯委员、柯总召也到场，还有陈一鸣委员也到场。今天审查委员陈一鸣等17人分别拟具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与国立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案等两案，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方式进行。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我们先请陈一鸣委员提案说明。陈委员，两案一并报告。好，主席，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本席呢与黄昭顺委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这个国立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提案，有鉴于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兹卡病毒感染的疫情持续扩大，而且这两年来我国这个登革热感染的人数，2014年、2015年都有逐年的上升，甚至在2014年只有在高雄地区为主，到2015年甚至扩散蔓延到了台南地区，甚至还有往北扩散的这个状况，而且各类的这个文媒的传染病疫情也日益的严峻，包括像兹卡病毒，对民众的健康不容小觑。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估算，媒介的传染病的疾病占了全球疾病的17%，每年约造成了75万人的丧生，其中登革热的传染的最快速。那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哪些是属于热带医学这个研究这个中心的范围。那当然根据这个定义，热带医学当然是发生在热带地区的疾病，所以在我们看到说在透明面上面的，我们知道说热带地区常常容易发生的疾病呢，就包括有疟疾、伊波拉病毒、登革热病毒、兹卡病毒、黄热病、日本脑疫病毒啊，当然还有一些是寄生虫。好，寄生虫。好，请看下一张。那其实全球暖化呢，就造成了热带疾病的扩散。以这一张为例，虽然过去我们在讲登革热，它大概就是发生在蚊虫这个传播的地方，所以大概都是在摄氏十度以上的这个地区，所以有一个登革热的流行地区。但是大家注意，在我这个图上面，上面有一个圆圈圈的地方，这是过去没有在这个热带地区的，这是在哪里？地中海。好，请看下一张。结果呢，这个地区在最近的这个 Plus One， 好，这是一个国外的期刊，也发现地中海的一些国家也开始有登革热的疫情了。换句话说，这个代表说全球的暖化带在逐渐的扩大，所以这个热带性的疾病其实威胁到的已经是变成一个全球的议题。好，那2015年其实台湾发生了43,419例的本土的这个登革热的病例，那兹卡呢也已经有2例的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因为在台湾周遭的很多的
国家也都有兹卡病毒感染的状况，尤其是在泰国的地区，所以就是进入台湾的这两例呢都是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台湾现在也面临了一个兹卡病毒的风暴。请看下一张。好，那当然疟疾虽然台湾已经扑灭了，我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疟疾过去的做法。请看下一张。好，其实在1946年，因为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协助呢，所以我们台湾成立在潮州，潮州是在高雄更南部的，在屏东天然道说在这个疟疾的研究所潮州的分所，1946年开始来做这个疟疾的研究跟防治的工作，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请看下一张。好，台湾的病例逐渐的下降，从一开始高达120万人感染，到慢慢的下降，到最后呢，其实在1965年。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一个证书，证明疟疾已经从我们台湾就扑灭成功绝迹了。这是当时 Dr. Siegel 从这个 WHO 来，然后颁给当时的这个连振东连主席的一个证书。请看下一张。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证书。那本席呢这次提这个案子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尤其是我们能够透过组织的这个编制呢，能够让热带医学中心变成是一个在组织上面是在卫生福利部下面的一个法人的单位，那位阶呢等同于这个国家卫生院然后能够来 coordinate 来整合全国的这个热带医学相关疾病的一个防治的工作。好，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说登革热疫情其实从1987年到现在，可以看到说很严峻的，每隔几年就会发生，到最近的这几年几乎年年发生。好，请看下一张。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兹卡。目前已经有兹卡病毒传播的地区，下一张。好，所以这个就是国立热带医学中心我们希望能够将来如果是一个国家级的中心，它当然要负责的业务呢就是多元的，而且是从基础医学的研究、病媒蚊的防治，一直到这个卫生教育政策的拟定，还有这个评估的工作以上报告，谢谢，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我本席以及黄昭顺委员的这个提案，谢谢。好，谢谢陈一鸣委员。接下来进行报告，我们请卫福部何次长报告。好，委员好。卫福部在这边特别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登革热防治还有南部相关疾病的一些相关提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做特别的说明。其实从今年的1月初开始，在柏林之前，过去的张院长时代呢，就已经针对这样子的登革热的防治呢，陆陆续续开了相当多的，不管学者专家跟我们行政单位呢一起开的一些讨论会，所以这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在所有大家共识之下，4月22号呢，在台南以及高雄呢，有分别成立了这个蚊媒传染病的防治中心。根据这样的结果呢，事实上，不管陈委员或者是其他我们南部地区相关的一些委员呢，都针对这个问题相当的关心，也跟我们部里面呢一致的步调。所以我们经过内部的分析呢，如果成立国家级是大家的一个期待，他做法呢有直接在我们的组织架构里面呢做一个这个增设一些相关的单位，而另外的办法呢就是以法人的位阶呢，不管是财团法人或者是行政法人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根据我们内部的一个评估呢，方向跟委员们所提的是一致，那我们会提出我们的版本，但是主要我们整个评估的结果呢，还是以法人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会比较恰当。以上做简要这样的一个说明。好，
好，请先回座。这个刚刚次长已经报告完毕啊，现在要进行询答哈。本联席会委员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非本联席会的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哈，均不再延长。上午十点半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柯建铭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列席官员，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何次长早哈。我刚才听了提案委员的报告，以及你的报告，我想这里面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哈。我们先谈这个方向上，整合成一个国家级的哈，不管中心也罢哈，或是什么研究员罢哈，这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哈。当然，刚才我们提案委也提到了，过去内集的时候，在1946年在潮州成立哈。那现在谈的这名称呢、啊，国立热带医学哈，热带医学殖民这个名称哈、啊，是相当殖民化的名称。是来自于什么？十五世纪英国大航海时代，啊，欧洲人到亚洲到非洲，啊，那就是所谓水土不合，那发生很多疾病、寄生虫等等，所以这个整个热带医学这个是一个非常殖民的名词啊。那英国当然是最先进发达，啊，那 Patrick 哈、啊，大家都知道啊，热带医学之父啊，那台湾蔡日新、哦、文子博士等等、哦、整个发展的严格下来，当然以现在目前、啊、目前所我们所有能量来看待，那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他、啊、因为殖民在台湾殖民嘛、哦、为了他们南进政策，在台湾成立热带医学中心，也就台北帝国大学，现在的台大工位的前身嘛。那现在刚才陈委员来自高一有热带医学中心嘛，阳明也有，那国家卫生研院也有文美好文美医学研究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整体来看待啊，国家组织再造哈，啊，当然这样有自卡病毒有两例，那你来自高雄你想清楚了啊，那个登革热问题，所以我今天人在这里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要从国家主改上面来看待，好，也就是说，到底整文明传染病文明中心也罢，热带医学也罢，这个组织定位应该什么定位？那首先在这里，我先对提案委员的用心先肯定，但是他对于这样一个指定，哦，说所谓成立成公务机关，这值得探讨，啊，而且他指定要150人，我不知道这怎么量化出来啊。将来做当然是要产学合作，包括疫苗等等，要整个整并进来哈，包括研究单位整并进来。那你要考虑哦，我们现在主改，新的政府还开始，现在还有7个部位还没主改。未来在整个新的政府对主改的方向看法要一致性，那这个看法，这当然包括人事总局、全序部哈，以及卫生部，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啊。可能教育部和国科会都要一些意见看法，啊，这是我昨天点出来的方向。这个在主改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这是第一个，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你们报告里面有5个途径嘛，啊，行政法人、财团法人这两个是比较有弹性。以行政法人的话，它有低度贡献力，啊，在流行病学上，包括在研究调查上，它也比较有低度贡献力。那财产法人的话，弹性更高，所以看到今年2月15号，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啊，他也为了这个事情，当作他一个很重要的政务，也找了中政务委员，然后4月20号挂牌了，是两地挂牌。那今嘛，陈委员的提案是指定在高雄，我们现在把这个应该先放开来，
我们疾管局现在台南也有疾管局吧？疾管署，疾管署在台南也有一个机构吧？我现在不管放在哪里，不要说指定上，整个这个组织再到定位，整个将来在整个整合，整合上面要有整合，然后把这能量发挥到最大，好。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应该先来讨论一下，用这样的方向来看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应该成立公务机关，不要成立公务，这最没有弹性的。你搞起笨来哈，而且你怎么用人啊？你这样这人才，你这个东西一个公务人去搞这一套，包括阿迪现在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他的薪水是比公务人高很多了，你才能找到这么多人才来做这样的这些事。阿弟的工作，甚至疫苗等等哈，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方向。所以本席认为，第一个，公务机关不要考虑。那请问，郑正你的看法？好，谢谢总召。我想总召刚刚分析的相当清楚，对于来龙去脉也说的很清楚。那在这个五个可能性呢，包括行政法人、财团法人。还有或者新设的财团法人跟财团法人底下设一个单位，这个是比较可行的。这五种选项嘛，对不对？那公务机关的部分，受限于我们包括人事跟经费预算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在弹性的问题，而且包括它实际上任务，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做研究跟防治为主的话，可能我们现行的公务机关比较不适当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诚如总召所说的，我们目前不考虑是在。我们的组织架构只叫新设行政单位，所以对于这个组织法的修正第五条哈，卫福部的组织法修正，我想今天我们应该保留一些看法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应该怎么设立比较重要，是财团法人啊，当然这个是最比较弹性，要分行政法人或是财团法人，这法人机构，你的看法应该是哪个走向？我们部里面经过昨天也特别在充分做讨论沟通，目前如果以法人有两种，一个是行政法人，一个是财团法人，但是行政法人的部分呢有数字上的限制，目前是有那是旧政的时代了，那我知道，如果说新的有它的功能在，你现在不要活在过去啊，好，你基本上新政府的官员啊，我因为我的资料从过去的一些来解释，那行政法人有一个麻烦，就是比较要时间上会长，大概至少要1到2年的部分。最快的方法就是在财团法人的机构底下设一个分支单位。那意思就在这个国务院底下了。国务院本身是有它比较具体的一个功能，也是跟我们卫。现在政府分组也是这样嘛？现在成立两个挂牌中心，也就是国务院去搞。目前是那个传染病研究所他们在负责主导这件事情，是两地挂牌。两地挂牌啊？对。那旧政府要临别的时候很喜欢挂牌啊，国治安中也要挂牌，挂完牌就走人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任务分组的。所以我想今天最主要是这个事情而已啊。当然，对于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因为现在整个全球气候变化。它造成这个，我很担心思考以后的在台湾的发展啊，那这个有关于这个登革热已经本土化了，你们呢？接下来我想请问你，我们目前国家在整个登革热啊传染医学上能量是怎么样？有什么必须要改进？谢谢总召，我想在我们断层啊，到底这个能量还够不够？目前在高也有，阳明也有，国卫也有嘛，对不对？陈如刚刚两个中心，对，陈如刚总召讲的，在高医是有一个热带医学中心，那是承袭过去，不括疟疾，包括在成立相关的疾病的时候，台大就是资格最老的。那接下来是在疾管署2年前呢，有提拨一些经费，成立登革热的防治中心相关的研究，当时是在高雄市政府要求说，不要只做研究。而是能量要放在做防治上面，那陆陆续续一些相关的学者专家是有进来做一些事情。那去年呢，在台南2年前提拨多少经费？大概2800多万。2800万都表示了啊。那去年呢，在台南发生比较严重的疫情的时候，经过赖市长的一个处理，把所有学者专家都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模式。所以我们现阶段呢，属于蚊子研究的专家呢，其实有一点断层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防治的人力在地方上是有，但是针对所有的环境的一个改善的部分呢，必须要很明确的，包括他的一些资深员的分析，还有他预测疫情的走向，包括大数据的一些这个取得以后做预判或者模式的建立，我想这部分是目前在登革热防治上面比较缺乏的一方。疫苗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走向跟国际合作，那疫苗可能是解决问题比较根本的一个方法。这个是一个，也是国家级的整合的问题啦。好，当然，国会院是最大的中心嘛，哈。那为了那个我们将来在这个方面哈，人才断层上面，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大计划，然后组织再造，我想这个方向是可以认定的哈。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决定方向。啊，这些能量，那未来今天部长没有来啊，部长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怎么样？哦，然后现在也有两个已经成立两个中心，在已经挂牌了，他的经费是哦可以用到年底，说明年以后是不是这样续行，还是整个再造整个处理？我希望你卫福部哈、哦，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提出一个哈、哦、非常完整计划，然后跟人事行政总。人事行政总处哈，以及前续部，以及我刚才提到，甚至教育部、国科会，因为这个人才培养上面，那做一个哈跨部会的协调整合，然后我们再来，你刚才有提说你要提一个法案出来嘛，啊，那我希望你多久能够提出来？牢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在三个月之内把初步的一个结果弄出来。好，那我们等你提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谢谢。接着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啊，各位委员同仁，还有何次长。与会各界习惯，是不是请那个卫福部何次长，还有国发会这个社会发展处的李处长？好，请次长及国发会李处长备询。委员好。好，你们两位好哈，我请教哈。我想，因为十多年前 SARS 疫情肆虐的时候，高雄市政府这个为了提高左营发烧筛选观察中心的利用率，所以说市府啊打算改设热带医学中心，向卫生署申请补助10亿啊。那请问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谢谢委员。我想在当时 SARS 期间，我是南区的负责人，也就是南区防治中心的指挥官，当时是在左营现在的主场馆，体育主场馆那边设了一个所谓筛检，同时隔离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所有的工作在中央地方合作之下呢，疫情在一个半月之内就已经获得控制，所以相关的一些提案事实上还没有到真正成熟的阶段，当时就已经疫情控制了，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个次长，我在就教哈，因为当时按现在的时空环境改变了许多，那你认为目前有成立急迫性和必要性有没有？如果就刚刚包括陈委员所提，在登革热的部分，高雄市大概二三十年来都面临相当的一个困境，有时候高，有时候像去年前年都大概超过10000例，台南去年也超过10000例。同时，全世界呢增加速度最快的疾病呢就是登革热，那同时它的一些问题会产生，包括我们现阶段在台湾老年人多，所以它产生死亡的数字呢也比较高。那接下来第二个威胁呢，就是现在全世界都比较要做防范的，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注意的自卡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共同都是由病媒蚊传染，都是白线斑蚊跟埃及斑蚊，所以我相信成立这个相关的一个防治中心，国家级的，是有它的必要性，对南部地区的民众呢也是因盼很久。何市长，我在请教，因为当年那个行政院的游院长对南部热带医学这个医疗研究中心也表示乐观。那请问当时高雄市市长是谢长廷，也打算争取在左营啊 SARS 筛选观察中心就地设立，那为何最后
这个刚您讲的为什么变成无疾而终，是不是因为时空转变？如果决定要设立，那你认为要设立的地点应该在哪里是最适当？报告委员，基本上时空背景当然不一样，但是因所有国际疾病的一个趋势，以现在的评估来讲，是确实有它的必要性。但是过去为什么政策上有所一些改变或者一些喊停的状况，我不清楚，可能要再去了解一下。但是现阶段来讲，基本上我们是期待说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中心能够来做进行，因为包括所有资卡的问题，不是只有南部，可能甚至北部也有可能。那如果在南部先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刚好中央南北之间有一个相关的国家级研究单位可以共同合作的话，对全台湾都是很好的。那你认为要是要做的话，地点的评估你认为在哪里最适当？我目前只能说要设在南部，因为南部长久以来确实缺乏这样子一个国家级的防治单位。那个市长啊，我再就教，因为过去对于设立这个热带医学中心，中央机关都说会支持啊，但是提到地点在设立在哪里，预算要编多少，好像就陷入好像有一点焦灼哦。那请问，如果未来要设立，你认为土地取得是不是一个问题？谢谢委员。基本上，包括经费、包括土地取得以及所需要聘用的人员，跟他的建物需要多大，还有设哪些研究的分支单，就是分里面分多少小组，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要进行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包括这个地点的设置跟土地的，我们也会希望地方政府能够配合。那你认为谁来主导这个中心的业务？你认为是有哪个部会是比较适当？依您看，基本上如果是 国发会是不是会支持？委员，不管如果是说是行政机关或是法人的话，它本身的主管机关或是监督机关，应该是就业务性质来讲，应该就是卫福部当它的主管或是监督机关。就是卫福部。那个次长，你有什么看法？基本上我们愿意承担这个任务。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后就是要是这个由卫福部来主导，是不是？基本上我们来规划，同时，这个业务其实跟环保署也有一点关系，不过。单纯这个所谓的热带传染病或者热带疾病的研究防治中心呢，是我们比较主要的一个业务相关。因为我认为说这个哈，这个当然就是，尤其台南、高雄最严重哦。那我认为说，你像对于这个热带医学中心的看法，当然当年呢、啊，这个卫生署署长陈建仁现在当副总统，他说这是一项利益很好的构想。他会在人力及经费全力支持。那这个支持虽深，已经那么多年，但是到现在真的讲也还没有设立了哦。那你认为他最大的阻力到底是在哪里？基本上在整个要成立一个新的单位，正如刚刚委员所说，不管是土地还有包括他的经费，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去克服的问题。那你认为卫福部会不会去主导这些？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只要在医疗方面，当然因为目前当然是高雄、台南是最严重嘛，每一年几乎只要一夏天一到，这个是没有办法断绝哦。那要是要处理的话，当然高雄、台南是最佳的地点哦。那尤其是以前台南也没有那么严重，结果。去年台南是真的很严重，哦，那高雄，哦，这个是真的是断不了，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要是说以卫福部的立场，有必要的话，就是应该要积极的去筹划去做，哦，你不能说啊这个当没有办法收拾那时候再来这个找各种的理由，那是民众是不能接受的啦，哦，那。今天我讲要审查这个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草案，那因为早年是因为 SARS 的推动，最后变成无疾而终。那请问，如果以登革热疫情为理由，你认为这个以现在来看有没有推动的动力？我想今天这个案子会出来，包括在过去台南市长、高雄市长，所有的民众都关心这件事情，也正如刚刚委员所说的。这个登革热的疫情呢，在这两年确实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以全球暖化的一个状况来看，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又加上资卡，所以这个研究防治中心需要成立，有它的一个必要性、急迫性。那你认为我们目前政府有没有这个足够的预算来成立？这部分我相信我们卫福部会尽全力去把它完成。那你要是以后想成立的话，要推的话，你认为分几年是最适当？正如委员刚刚所说的，不要等问题来了才想要成立相关的单位，啊、会太慢。所以我们预期说，如果顺利的话，是不是在一年半到三年内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但是盖的房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硬体的设施，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我认为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这是关系到这个尤其这两年真的这几年都登革热是很严重，甚至于也影响到当地的观光啊。哦，那很多民众要是想到台南哦，前一阵子很严重的时候，几乎很多观光客都不去了，对不对？那以前是高雄哦，因为这两个地区也都比较热哦，那比较热其实它。这些登革热疫情几乎是断不了哦。那个次长，我再请教哦。热带医学是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那是研究主要发生和热带这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这些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相关问题的一门科学。那请问，在推动热带医学中心，卫福部依您刚刚讲的，同不同意啊？基本上如果过去定义热带，在现在来讲其实有不一定完全能够涵盖相关的，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也有可能会超过北回归线，所以相关的疾病其实只是一个比较概括性，说在比较温度高的时候，或者是不管传染病或者其他相关的疾病，我想这个都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现阶段来讲，我们比较面对的问题是登革热跟兹卡病毒，我相信这个中心涵盖所有的一个疾病呢，不会只局限于说好像是某一个地理位置以下的。那个何市长，我再请教，以台湾的防疫能力来看，专设一个研究热带医学的机构，你认为要怎么样来排除外界认为说叠床架屋这种疑虑？从最近三年的一个经验来讲，过去文媒的一些学者专家其实人才断层，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凝聚在一起。经过这两年的结果呢，他们可以跟防治单位做一个充分的结合。也因为这样的模式呢，在未来这个中心成立以后呢，可以依循这样的一个状况，把所有的学者专家跟行政单位人做一个充分结合。更重要是跟当地的防治的团队呢，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个次长，我再就教，因为最后一个议题，台湾近年来不断近年不断涌现新兴这些感染病，甚至于以及在浮现这些感染症啊等等，尤其周遭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疫病的这些控制程度都是乏善可陈啊。那借由这个病媒所传播的这些传染病，例如啊肆虐于东南亚地区的日本脑膜炎啊这个登革热以及疟疾等等这些传染病，让台湾民众讲实在话是饱受疫病的这些威胁。那请问基于这些状况，我们来专设热带医学中心，是不是能够这个更加提升国内医学对这些病症以及医疗训练的处理？谢谢委员。这个所有相关的研究如果有一些成果的话，其实可以做国际的输出跟国际上面的一个合作了。所以目前其实在每一年过程当中，我们疾管署或者卫福部都会召集东南亚相关的国家，针对共通性的一些疾病呢，做相关的讨论及研究。那台湾在这方面，其实不管我们的医疗水准或者是我们的研究水准，其实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只是怎么样利用一个防治中心，把它有效的结合，啊、不管是国际医疗合作或者国际的一个医疗上面的资源，我相信这个都是未来可以做得到的事。所以说这个，基于防患于未来的这个考量，是不是会提升设立的这个必要性？你认为呢？没有错，这个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样哈，我希望就是说，在最短期里面，卫福部啊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积极的去筹划，去做。我认为这个确实是有它的必要。啊，谢谢委员支持。好，谢谢。
谢谢。接着请陈怡明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何市长，谢谢。请何市长备询。委员好，市长早。首先哈，我是想要说，是不是可以先请您说明一下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林权他的施政报告里面，好，虽然昨天是没有上台了哈，但是他的施政报告应该是大家你们卫福部也是有参与讨论的嘛，对不对？有有。那他的施政报告里面的在关于这个卫生福利的部分，他有没有提到要设置国家级的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专责机构？基本上没有用那么精确的名字，但是方向是如此。是真的吗？当然是食安其他的摆在前头，可是但是传染病的防治是疫病的控制。拿到的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报告的第16页，关于这个卫生福利部分的第6点，我念一下哈，它就是完备防治防疫体系，设置国家级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专责机构，强化传染病预警、风险管控与应变能力，写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市长，你再说明一下，是不是？你们会有一个案子，好，刚刚其实我们的这个柯总召好像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了哈，好像他不太支持哎，那怎么会不太同调哎？府院不太同调哦。跟陈委员报告，我听起来是一致的，一致的，府院不同调，是这样子。他也是希望我们尽快的，尽快完成这个任务。那多久可以提一个案子出来？基本上我希望3个月之内我可以把我们初步这边的版本送出来。好，那这样子到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并案来处理？当然今天我们可以针对它的组织架构这个部分可以再继续的来商量嘛，齁。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啦。不过首先我想先提醒的就是，我觉得柯总召有一点活在旧时代里面哦。好，这个阳明大学，这个它没有热带医学中心哦。然后高一的热带医学中心，我想我们次长也在这边很清楚嘛，他有没有组织编制？他有编制吗？好像没有哎，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虚设的一个中心，里面大概就是一个医生嘛，一个主任嘛。好，然后如果说是登革热防治及研究中心的那个计划，现在明年还会有吗？如果委员问的是高一内部的，目前按照整个规划是要跟现在挂牌的2个文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结合在一起。对，结合在一起了嘛，对嘛？所以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是在国家卫生院下面的，它下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有单位在做这件事情。目前是传染病跟疫苗研究所在规划，传染病疫苗及研究所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必须提醒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国家对于一个热带疾病，尤其登革热的疫情是这么的严峻，好，我想市长之前也是高雄市的卫生局局长嘛，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也一起，好，就是本来庆功的是说 case 已经小于100例，对不对？在2013年的时候，可是到2014年，好，突然就是暴增了，好像将近2万例，好，然后2015年有10000多例，所以可以看到说那个状况是很严峻的啦。而且在当时的状况，其实哈，我刚刚讲，像我前一阵子在跟我们市议员哈。就是黄少廷议员在谈，我们苓雅区的市议员在谈，伊就讲，委员，你敢知影？去年的时阵，我差不多逐工，吼，逐工拢在走殡仪馆，阮连阿廖差不多有二三十个老人
拢是因为哈登革热哈过世，所以他说其实那个疫情的严峻是比我们统计的数字更加严峻，因为有一些老人死于登革热感染，可是他在疾病的病因的时候死因的时候不见得是写登革热，所以其实那个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对民众来讲，这好像是尤其我们南部地区的乡亲哈，这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宿命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是你我应该都很有感的哈。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不仅是2014年因为有气爆，然后造成了这样子的登革热的疫情，那我们以为说气爆是它的主因。可是那为什么2015年又继续的发生？2015年不仅是在高雄，也在台南。若从疾病流行病学看起来，又流行的登革热的这个病毒的亚型又不一样。2014年是第一型嘛，到2015年又变成第二型。高雄市的市民，甚至是交叉感染一型加二型，这很容易都会产生登革的这个流血热哈，这个出血热，那出血热死亡的几率就大很多哈。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我说，这个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46年在潮州成立这个疟疾的防治所，是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好才有办法让我们台湾的疟疾能够绝迹哈。那个其实是动用了很大的人力经费，而且有编制的，而且这是有外援的哈，有美元。那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已开发的国家，我们其实应该要更有这个决心，好来做这件事情啊。像在这一次 WHA 的那参与，陈冯富珍秘书长他在讲到7种传染病的时候，也包括了登革热、兹卡病毒、好、伊波拉啊，其实这些都是热带医学中热带医学好的范畴了哈。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是台湾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更不要讲说在这个热带医学中心里面肩负的责任，它的使命不是只是目前国家卫生研究院下面的一个传染病及疫苗中心他们的任务而已，因为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心里面，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做的是人才培育，因为在这个部分他们跟大学比较没有合作嘛，好、哦，没有一个大学的资源，所以在人才培育的断层上面看起来好像目前是有断层的状况嘛，更不要讲说阳明大学他们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其实是因为系所好的核整病已经不见了，高一我们其实是在今年开始招生嘛，有热带医学的硕士学位学程，所以我是觉得本席是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大家通力来协助好国家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中心，从组织编制上面要给予一个定位，因为以目前刚刚您提到的那个张善政院长之前的挂牌那个的经费好像是从哪里来，那是科发基金嘛，对不对？科发基金是每年在编预算的嘛，而且当初钟嘉德政委他动用的其实是第二预备金嘛，是他的那个科发基金里面他的流控的钱嘛，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跟我们要成立一个每年有就是有编制然后有预算的机构来讲，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嘛，次长是不是这个样子？基本上方向是一致的，我们跟委员的想法方向是一致的。谢谢谢谢，我想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其实目前并没有一个替代性的机构能够来从事国家热带医学中心的任务了哈。那目前的整个的处理的方式呢，都是 temporary， 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能够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要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常设的机构，预算、人力编制，要有政府要有决心来解决
这个问题，好，所以新政府要有这样子的勇于认识的啊的 determination， 更不要讲说我们的林权院长在他的施政报告里面已经也有写到这个东西哈，所以本席呢，这期待啊我们的啊次长好回去之后可以跟我们的部长报告，好，能够支持好这一个提案，然后而且能够尽速的好提出你们的版本，两岸能够并成一起来讨论。以上，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麻烦主席有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这样好，我想今天那个陈委员提出了。这个要设立热带医学研究中心，我刚刚听到您的态度也是表达支持。那我有几个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那因为现在我们在台湾的登革热，因为之前的这个疫情也是相当的严重，当时想要去做这个热带研究中，就是这个医学研究中心的想法，是不是也是因为当时有发生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产生，所以我们希望赶快的让国家在这个防疫上面有做好更好的一种这个态度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一开始，报告委员，基本上。疫情的研究是已经二三十年在南部地区，尤其是高雄、屏东、台南都有轮流一些高峰的状况了。当然，如果今天面对这样的疫情，同时全球暖化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必须要成立相关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研究防治中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是，那这样听起来，我们的这个医学中心哈，它未来的坐落的地点应该就是以南部为主要的考量，是吗？目前是依照过去的一些疫情跟未来可能要面对，同时它的环境上面，因为埃及斑蚊只有在北回归线以南才有，北回归线以北都是白线斑蚊，包括我们台北都是白线斑蚊。那埃及斑蚊它传染力确实是比白线斑蚊大概5到10倍的一个传染力。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现在我看到之前那个。我们去参加 WHA 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跟美方这边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下个月美方这边会有人过来，特别在这方面大家彼此来做一个研讨，有没有确定呢？这部分是不是我可以请疾管署署长，因为他直接有参加 WHA， 相关的细节他最清楚，好不好？好，麻烦主席。是委员好，就是有关跟美方呢合作这个登革热疫苗的事情呢，确实在双边的会议里面呢，这个谈到，而且非常的肯定呢，美方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至于派人到台湾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这个月了，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是5月嘛，那现在已经就要进入到这个6月了，所以是这个月很快的，他们就会派人过来。那是要做临床吗？还是大致上我们要合作的内容？详细的情形当然还是要谈，但是我们知道美国 NIH 就是他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已经有一支呢，现在看起来相当有潜力的疫苗，那么在全球呢也做过这个二期，完成二期的临床试验，从今年的1月1号呢在巴西呢进行大规模的这个3期的临床试验。那这支疫苗呢，当然对于像去年呢在台南这个感染的这个第二型的登革热的病毒呢，也比较有保护力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们认为现在这支疫苗是有它的潜力了，而且它在还发展当中，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商业型的疫苗，所以也基于这样子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没有做临床？就是刚刚提到有吗？哈，就是将来假使要在台湾做的话，当然会涉及到这个临床，不管是任何的疫苗到台湾来，可能都要经过临床试验。对，所以这个月来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要做临床，还是还？这个会将是我们讨论的这个内容。对，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现在我们那个疾病管制署，我们采购的公费的这个常规接种疫苗哈，跟我们计划型的疫苗，目前的供应量是多少？
我们常规的疫苗，目前当然就是供应给所有我们在籍的这个儿童啦。嗯。好，那目前总共大概有针对十八种、十九种疾病啊。嗯，那因为有五合一，有二合一不同，所以呢，大概要打十几针呐、啊。那各个年龄不一样，对。所以基本上都是足够来应付的了哈。是足够来应付。那大部分都是采购、嗯，不过最近呢也发生过这个五合一的疫苗，因为全球缺货的这个状况了、嗯，所以我们在政策上呢也做了一个调整。那当然，这个跟国家愿意出多少钱来国际市场上来竞争是有点关系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就 CDC 的立场，我们是不断的在向上级来争取这个经费，所以使得我们在疫苗的采购上呢，也能够在国际市场呢有一定的竞争力、嗯。对，因为像那个，我记得在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啊，美国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境内，他们的总统就当时禁止了所有的药商哈、啊，除了他们自己本身能够接种之外，就是禁止能够去做给其他国家的这种采购。那假使如果说像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国内自己还没有办法达到可以研发疫苗这样的状况的话，如果在全球性的问题产生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碰到我们疫苗不够的这样的问题？委员讲得非常的对了哈，就是疫苗里面有两种，一种叫做国安型的疫苗，也就是当有全球的大流行的时候呢，你有钱也买不到，因为其他的国家会限制出境了，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2004年开始呢，都推动我们自己国内疫苗厂的研发的能量。那也很幸运的 呢，就是目前至少有一家这个疫苗厂也在 H1N1 2009年爆发的时候呢，他们也还来得及啊，及时的这个提供这个疫苗。当然在2009年后来全世界都证明说还好了，这个病毒没有那么毒，不过谁也不知道说将来在发生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呢，会是怎么样？所以每个国家确实都必须要为了国家安全呢，有一定的制造疫苗的能量了。我想这一点委员讲的极是。嗯，好，所以在这边呢，我当然希望我们不断的鼓励了哈，因为我们也希望台湾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应。那未来我们这个医学中心啊，如果说真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市长觉得我们多快可以让这样一个计划在今年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草案开始去推动，特别是地方的选址的标准啊，还有相关的这些，能不能在今年就看到成绩？今年我们一定要完成，要不然时程上我们也会觉得太迟。嗯，好，那未来呢，我们这个医学中心哈，怎么样来提供跟全球做一个很有效的连结？我不晓得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块，台湾的研究哈，包括在防疫的部分，跟全国比，全世界比起来，我们的程度应该算是在哪里的？在这个区块？报告委员，基本上虽然我们没有是 WHO 相关的会员国，但是以国内的医疗水准跟人才，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现在缺的是这个过去在疟疾防治时代的蚊子的专家了，有一点断层啊。只要这一块补上来，不管是从流行病学或者一些基本的，包括数据分析的模式，这些人才其实我们在全世界大概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所以这些人才现在不足的是要外求嘛，对不对？不是，我们一方面把过去现在还有在疟疾时代的一些老师，专家。那更重要是要培育年轻一代愿意投入这个，他们投入这边如果没有出路，当然年轻人不愿意走这一行。那如果愿意走出这个领域，我们有给他一个新的目标，同时也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我想这样子就可以把人才呢在培育，同时可以留用。好，反正总之呢，我们听到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今年要去推动哈，那我们也希望很快的一个看到成绩，在这里我们会表达我们的支持哈。另外，我要请教这个食药署哦，在检验我们现在在市场上面有很多贩售燕麦片的检查不合格的状况，这市长能够回答吗？其实这次燕麦片的部分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要求的标准之下，我们按照所有未知才是用最严格跟澳洲定的标准是一样。
但是如果说考量所有国际的一个情势，我们看以后是不是要适度去按照各个国际上呢来做一个修正。嗯，所以现在我们参考的是最高规格的吗？对，就是對澳洲的标准 是最高的嘛哈。好，那我要请教一下哈，就是如果未来呢，我们在这些食品上，因为每一个这个它的不管是农药或者是它的各项的这种药品的残留的容许量都不太一样嘛哈，那所以我们就再回到这几天大家一直在非常关心的有关于我们这个瘦肉精哈莱克多巴胺的这个事情哈，我们还是希望哈卫福部这边我们也能够尽到保护我们国人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哈，特别是。有很多的产品我们都不希望让我们的国人吃到不健康的，在这个部分呢我还是希望卫福部这边也能够就你们的立场那么提供呢给我们政府最好的一个参考，那在这方面我不晓得次长有没有再另外再做补充。报告委员，基本上保护国人健康是我们卫生福利部既定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行政上面这个最大的原则，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来做好这一件事情。好，谢谢次长哈，谢谢主席。谢谢。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谢谢主席。那我要请那个卫福部的长官代表。请何次长被询。委员好，嗨，何次长好。那个我想最近两年我们那个登革热就是大流行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已经看到这个趋势，然后好像现在夏天又到了，大家又非常的紧张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今年的疫情会怎么样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对于台湾提高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能量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那个病媒蚊的这个部分的研究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人才上面的断层的这个现象？那我想请问一下次长，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人才断层的这个现象吗？报告委员，基本上目前在包括台大、中兴大学，还包括长荣大学的校长，都是过去是从事病媒蚊或者甚至其他的类似昆虫的一个研究。但是因为时空背景的关系，在疟疾时代可能是比较多的人才需求，但渐渐的呢，目前以其他疾病形式产生的状况之下，确实这一部分的人才是不足的。对，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因为现在其实是气候变迁的因素嘛，哈，然后就是我们台湾又是高温多雨，所以我们就变得是说，对于我们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我们当然是很需要有一些的这个专责研究的单位，哈。那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国卫院这边呢，它有一个单位新成立，今年四月份成立啊，就是那个蚊媒防治研究中心。好，那它的研究呢，我是知道一个讯息，就是说它现在的一年大概有2亿的经费哈，可从科发基金而来，然后呢，它分了4个组，然后大概有134位的这个成员在那个里面做一些的分头研究，包括有一些的学者，也有官方的，然后也有一些的年轻的博士后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员哦，一起在那边做哈。然后我也很高兴的知道是说，它这个是中央和地方结合在一起，而且有这个生态调查啦、防治啦哈，就有关于病媒的这个部分，还有侦测，还有流行病学，还有卫生教育啊，社区沟通，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病媒的传染病的这个空间啊，或者是说我们地理的资讯或者预警的系统，在这个整个里面好像看起来它的架构都已经比较完善了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到底它的这个研究的资源，它的这个部分，我其实还蛮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它是不是有一些的专人还有专门的经费在这个里面挹注，是不是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经费在那个里面，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它是一个固定的，还是它是一个临时成立的，然后大家才四处去找经费来的这样一个状况。报告委员所说的资料非常的完善完整了哈，因为过去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分短中长期的计划。您刚刚所说的是属于短期的计划。那过去刚成立的时候，在4月20号是叫蚊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希望是以防治为主，而不是为研究出论文为主。
那这个计划的经费呢，正如刚刚委员所显示的，是今年是2亿，那未来106到109是预计从科发基金那边抓3到4亿的一个经费。目前所有的人力里面呢，包括130几位，大部分是各个学校的专家或者是教授，那跟所谓的防治单位一起共同来做一个工作。那实际上里面正编的大概是50位的目标，目前是这样子。但是长期来看，可能需要一个固定的经费、固定的成员。那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学者专家能够进来一起做好相关的一个疾病的防治工作。是因为台湾其实也不大了哈，大概专家就是这些人嘛哈，然后大概很多的专家彼此也都互相认识了哈。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说有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它到底它的定位可能会是在一个研究单位还是一个防疫单位哈？我想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就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梅文的一个防治的研究中心，它现在这样成立，然后它有研究，然后它有防治的这样两个功能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再成立另外一个单位，就是好像会有点那个叠床架屋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部分会不会让我们造成这个执行上面的一些的困扰呢？鲍委员，基本上就刚刚说的短中长期，现在所谈的是短期，但未来如果长期整个固定经费是永久的一个单位，而且它的任务很清楚，那当然他会把所有的过去的都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有所谓的叠床架屋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现在从今年4月份成立的这个国卫院的系统里面的这个，就是有打算不要是这种叠床架屋的这种的。对，它基本上叫做短期。我们这样讲的计划其实是 一系列的，所以这个短期之后会看怎么样做一个整合，交给后面的。好，那我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来做这个研究的事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哈。然后你有知道这个前面的一些的状况，你才知道后面要怎么样来做防治嘛哈。但是我看起来是有3个选择了哈。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成立的一个3级机关，可是呢，成立一个3级机关呢，其实它的预算的编列也会是比较大一点。比如说在卫生福利部里面，我所知道的规格最小的就是食药署这边哈，它一年的预算大概也要20多亿嘛哈，它的经费其实也还蛮庞大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它要成立3级机关的话呢，如果是说以我们现在的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基本法里面的规范呢，就是说它必须规范在70个范围内。那目前看起来，我们好像70个范围内的这个3级机关也已经满了嘛哈，好像这个空间也是没办法再长出来哈。还有它这个可能有一些的这个高度的公权力的这种行使的一个部分哈。那另外的选择可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公社的财团法人，或者是行政法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成立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说，从在现有的组织里面，比如说我们成立了在国卫院里面设一个常设的病媒文的研究所啊，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常设的，然后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研究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然后也能够把国内的人才结合起来。那有需要跟国外在做交流的时候呢，台湾的经验也可以输出，然后国外的经验也可以进来。那用这样的3个方式，我不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些的考量吗？鲍委员，基本上委员刚所谈的，在我们的过去讨论或评估里面都已经有纳入相关的一个分析。诚如刚刚所说的，如果在整个现行的行政机关的架构之下，受限于人事跟经费的一个限制，所以基本上可能行性是比较困难。那如果最好的方式呢，是以法人来着手。那法人如果行政法人，其实它时间上也有会比较久。那如果是财团法人，尤其您刚刚谈到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底下，甚至可以拉高层级到做南部的分院，这个速度还有包括它的一个整个规划的会比较容易，也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要的目标。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说每年大家登革热的疫情一爆发了以后呢，从南部往北部就一直在那边串联，然后好像大家全国都非常的紧张，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都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全民公敌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还会有一些的这个台湾特别会碰到的一些大家比较
看到的一些的疾病哈。那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因为都是这些蚊虫所引起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如果是非常非常的关切，然后也能够解决到我们的台湾的问题，然后呢台湾的天气越来越暖化的情况下，可能这个问题会越加层出不穷。就像有一些的朋友在说像现在北部也比南部不见得更不热了哈，北部比南部有些时候它的温度会更高哦，因为我们尤其台北这边还会有这什么热岛效应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病媒的一个防治呢，变成是说全台湾大概都会非常的紧张哈。那当然我也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的能量真的是要把它考虑清楚，然后才能够再确认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解决我们的担心的问题。那我们才在决定是说到底他要用什么方式来成立是最好，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个审慎的评估，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决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跌床架屋啦，或者浪费公帑啦齁。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都希望在这个卫生福利部这边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研议齁，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部分能够更充分的一个讨论。以上，谢谢委员指教，我们会把您所说的会纳入我们评估的一个过程的内涵里面。好，谢谢你，谢谢。谢谢陈委员，谢谢。接下来请吴坤玉委员。啊，主席早哈，各位先进早。好，是不是先请何次长哈？请何次长备询。次长我想委员好啊，很多同仁很重视南部的登革热，我都感到非常的肯定哈。那提出这个组织的话，我想我也肯定啊，卫福部写的报告，然后也提出很多的方案，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来讨论说是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比较适合。好，那我不晓得次长您的看法。是不是真的需要在高一成立一个热带医学中心这样？报告委员，基本上我们现在没有考虑是在什么学校或者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从规划上面考量这个成立国家级的热带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所以刚刚特别有谈到有五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目前是谈论到这里。那如果说其他的地点或者学校要参与，那个目前不是在我们评估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单一由卫福部来做是不是适当呢？基本上我们也希望所有相关的部会可以能够进来到规划的一个共同合作的单位里面，但是这个工作主要负责的还是我们卫福部。是，那理想上次长会建议哪一些单位应该要参与进来？如果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或者甚至国发会还有环保署大概都是跟我们这个比较有相关性。相关性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人才的招募上，如果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行政单位的话可能不适合吧。好，因为要这么多的不同跨领域的人才其实不容易嘛，在政府的行政单位。目前我们是没有考虑在现行的行政单位底下。是，所以如果有人提出来这样成立一个政府单位组织的话，可能就不是很适合就是了。目前我们评估是以法人为主。法人为主嘛，我想很好，我也蛮赞成这样子啦。那现在法人碰到就是因为四月国家卫生研究院成立一个病媒蚊的防治中心嘛，那我不晓得这个热带医学中心如果是法人的话，那跟这个工作上有重有一些重叠的现象吗？报告委员，基本上现行的蚊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分别挂牌在台南跟高雄，是当时所谈整个计划的短程，是那未来是中程到长程，那长程的意思就是现在大家所谈的要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同时人员编制经费是固定的，然后能够解决所有相关热带传染病或热带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不会有叠床架屋，会把现行的单位会拿到里面去做一个整合。好，所以就是利用现有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下面的这个病媒蚊防治中心已经有台南跟高雄了嘛，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未来要长程的规划的话，也是根据短程的基础嘛，不会又重新再建构一个新的嘛，因为这样。
其实有很多短程所做的工作就浪费掉了嘛。好，所以是不是建议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好，那依照目前的方式，我们应该组织上做长程的规划嘛？现在虽然是短程嘛，那当然我们从这样的基础下，应该做短中长程的规划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嘛。如果你要重新再做一个长程的规划，我想这个一切好重启炉灶可能是不容易了哈，而且人员各方面事实上搞不好会从真的会有叠床架屋的现象产生，所以我也蛮同意，就是说在现有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分台南或是跟高雄哈这样来成立，然后来充实它，从短程开始运作，然后从事短中长程的规划，我也觉得非常好。好，因为我过去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当我想啊，市长我们那时候都很熟嘛，哈，我在高雄也接近五年的时间，好，我也以高一有很好的合作，也发表相当不错的文章。当然我们做的不看起来是学术论文，但是做的是解决实务的工作，好，所以我觉得好在这样的研究所应该能够符合好啊南部的需求。我想政府一定很重视南部好民众的健康问题，但是呢，我们听起来是。热带医学或是病媒文防治中心啦，但是我想应该包含传染疾病相关的嘛，哈，比如说因为像高雄是一个海港，然后也有机场，其实目前哈很多的像流感啊、禽流感或像现在兹卡，其实很容易经由旅客或是渔船哈或游客的这个traveling 哈，就是旅游可能传进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个热带医学听起来是热带医学中心，但事实上或是病媒文中防治中心，事实上应该包含传染疾病，好，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来妥善维护南部民众的健康，好，不是说只局限在所谓热带医学的相关研究。另外就是说在食品的安全上，其实好，在所有食品安全事件里面，95%事实上是传染，是感染性的这个。好，疾病就从微生物产生的这个实验性的疾病。好，我也希望说这个中心应该要包含从事相关的研究，不然怎么来保护民众？好，南部民众饮食的健康。好，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很多中小学生搭游览车，然后到屏东去旅游，中午吃了个便当，两个钟头后，可能整车的人都去住院。这其实是好微生物感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不像过去我们发生重大的市民安全事件，那这些事件往往被忽略掉了。所以我也建议说，像在南部如果成立这样的中心的话，应该也要从事好食品安全防治相关的工作，尤其在食源性的微生物造成的相关疾病。我想这样才能够妥善维护民众的健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好，那这方面我想。目前刚成立，那我也觉得说，建立卫福部应该编足经费，尽快让这个中心采购硬体设备，好，尽快招募专业的研究人员。好，那确实就是说，像环保这方面，因为环境用药是属于环保署的业务。好，那我们防治病媒文事实上需要有环境用药的。好，那这些当然就是说，未来我们需要研究新的环境用药，像研究一些以生物为基础的这个环境用药。目前很多的环境用药是以化学性的，就等于是农药的意思了。好，那这样可能潜在对居民健康也会造成威胁，好，对我们的食品安全等相关的因素也有危险。那如果能够研究新的这种环境用药，那这样可能确保民众健康。好，我想这样是比较对的，能够进行跨领域的合作来从事跨领域的防治工作。那并没有的防治工作，尤其登革热的防治才可能会成功。我想。这方面是不是请未来部长在市长在从事相关计划工作或经费核定的时候多注意。另外就是我也找过局管局可不可以麻烦请郭局长郭署长，因为郭署长不好意思，好，署长就说因为上个礼拜五在美国有发生这个所谓超级细菌的问题嘛，好，那在。这个议题上，我非常关切，就是因为在农委会黄检局哈，发现其实我们在养殖鱼目这里面抗生素用了很多。好，那他给我的资料里面有9类的抗生素里头，4类的抗药性几乎是100%了。
好，那未来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事相关的研究，来避免好未来台湾碰到超级细菌的事件发生呢？谢谢委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说，委员其实也提出了一个临时决议呢，来要求呢政府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加强。那跟委员报告，就是确实是有关 AMR 啦，就是所谓的抗药性的这个问题呢，一直长久以来也是全球关切的一个重点。那过去在台湾呢，我们是透过一个 ASP 跟WHO 合作的一个计划，已经执行了3年。但是您讲的没有错，这个是比较是在我们医疗端的。对。那么跟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合作呢，在过去比较没有那么密切了。不过在最近我回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开始利用一个大型的计划呢，叫做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这个是全球美国在推的一个50个国家的计划。这个所谓的GHSA 呢，就是全球卫生安全计划里面下面总共有11个 package 的 action plan， 它的 number one 的 package 呢就是 AMR，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架构，那把农委会一起加进来啊，所以已经开始在进行。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呢参与这个国际的合作呢，一起共同呢把有关抗药性的问题这个降低。那这次去参加 WHA 的会议，有个很大的收获了，就是荷兰的卫生部长在介绍荷兰呢怎么样，荷兰利用跟他们的卫生部合作呢，他们基本上已经大概是全球第一个国家，已经慢慢推到这个畜牧业呢能够用非常少的这个抗生素。所以他们也在WHO 昭告，就是说他们很欢迎呢这个今年的10月他们会召开一个大型的会议，也就是这个 GHSA 的第三次的 high level 的这个 meeting， 那么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全世界，来证明说畜牧业呢是可以不用或者是尽量少用这个抗生素，达到一样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也在期待这个会议，所以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洪慈庸委员发言。主席，我们请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哎，次长好。今天我们讨论这是热带医学中心的这个组织法哦。那我先针对一下这个前几天哦，就是 WHA 这个部长回来参加记者会当中哦，他说这个双边会议已经跟美国达成协议哦。刚刚也有委员提到，美国会派员来台湾哦，来就是协助我们做这登革热疫苗的一个研发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哦，现在就世界各国在这个登革热疫苗的一个研发哦，大家的进度是怎么样？那台湾的进度又如何？报告委员，基本上目前疫苗在巴斯德萨佛里那边是已经在巴西或者其他的国家已经在使用了。那基本上我们目前要谈跟美国的 NIH 的合作是在第三阶段的这个临床试验要进行，所以美国有提出说可以跟我们一起针对特别是老人的这方面，因为台湾的整个环境来讲是不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比较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年纪大的一个老人的这个防疫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疫苗是可以运用在老人这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登革热的重症哦，通常就是像刚刚次长你说的，是发生在老人，就是老人的族群哦。那现在临床的实验，它是针对小孩到29岁以下的这个族群是疗效比较佳的。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哦，我想要问说，台湾哦，其实投入这个登革热的疫苗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哦，那效果都不是非常好。那最近法国跟美国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那台湾哦，这长期以来在这个疫苗研发上面，到底是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报告委员，基本上一个疫苗的研发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那登革热整个的疫苗研发的过程已经将近20-30年，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性太快，没有办法抓到它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到目前为止才有刚所谈的法国的巴斯德跟美国 NIH 这两个疫苗为主轴在进行。那台湾疫苗的研发的能量，我不敢跟国际上做太多的比较，
但是我们有制造的能力，但是基本上研发上面跟不同的疾病呢，恐怕它有它的一个先性的困难，这部分我们台湾可能还是需要去突破。那市长，你认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研发出来适合台湾用的这个疫苗，大概还要多久的时间？如果我们开始自己要做，我相信时间会很长。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利基就是，美国他们 NIH 已经在研发，同时他们也着眼在说，不是只有针对刚刚您说的29岁以下的一个问题，他看到的是全球人口会老化，可能相关东南亚国家也会走入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它重点会放在我们的需求上面。所以我们是采取跟美国国际合作的方式，不管在时效或者经费的一个节省上会比较快速，而且基本上他们不是喜欢，它不是商业化的一个思考模式了。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跟美国合作，那您的预估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研发出来就是适合台湾用的？这部分可不可以请郭署长他比较清楚？谢谢署长，请。是，报告委员。当然，现在呢，我们还不敢讲说确定什么时候就会成功。那么这支疫苗呢，它在做这个大型的这个临床试验，就三级的临床试验，结果也还没有出来。只不过是从所有的现在有的这个资料看起来呢是非常的这个乐观啦。那台湾的部分呢，假使要进行要做的话呢，会进行一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bridging study 的，就是来嫁接到他们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研究，所以假使要做的话呢，也需要到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假使我们决定要做，但是这些细节的部分呢，都还必须要看下个礼拜来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来的时候呢，跟我们国内的专家大家一起坐下来谈，才会有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轮廓。谢谢。谢谢署长，那我们期待啊，希望就是这个时程哦，我们能够尽快哦，就是研发出来适合台湾用的一个疫苗哦。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哦，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哦，本土的这个登革热的病例哦的统计大概是372例哦。那这大部分也是年初的一个案例啦哈、哦。那其实今年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大流行哦。那其实过去的统计大概会出现在30周左右，也就是大概8月份的这个时间哦。那因为其实之前就一直有很多专家一直在说，今年的一个气候非常的异常哦。其实应该大家都有感受到哦。那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传染性的一个疾病哦，流行性的疾病哦，其实大家都会很担心。那像去年其实台南的疫情就比高雄来的严重，然后它也就是由南往北移，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哦。那针对今年这样的一个防疫哦，卫福部这边有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有没有就是预防它一直往北移的这一个情况的发生？报告员，基本上今温度持续的在增高了，包括前年、去年。那今年到目前为止300多例，其实大部分是去年的一个延续。那最后一例是在4月22号在高雄所发生，大概也都是去年型别是一样。往年大概都是从最快，如果从5月提早发生，当然风险就高。那一般到7、8月也有，迟到9月的也有。那平均大概都是6月多到7月多会开始比较大规模的有所谓群聚的状况。那现在去年在台南的部分，其实有一个。不是说它往北移，而是因为人流的关系。就因为台南大概都是古迹小吃，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去到台南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得到感染，而把病毒带回去到他各自的县市。当然，在防疫上，只要把我们所谓常发生的一个地点的防疫做好，当然扩展到其他台湾北部的机会，当然就相对减少。但是不会言的，像日本在前年，它就发生大概70年来有162例。那主要也是气温升高，所以它虽然是白线斑纹，它也有能量可以感染到100多人。所以北部的部分呢是白线斑纹，它有它自己会传染的一个状况，但是量都很少。所以只要是南部地区防疫做得好，扩展到北部的机会当然相对就少。那今年度呢，不管是从中央拟定新的所谓登革热防治计划，到台南跟高雄，其实他们去年的一个痛苦的经验，今年都全面性的在做整个改善。如果以高雄市来讲，他大概都有把所有的诊所的医师呢，包括快筛，包括到紧急的一个治疗呢，都有把它卫教呢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一个防治的体系上面也有把学者专家融入在里头，所以今年度的准备工作比往年大概是做得更完善。好，
那接着我当然就要问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热带医学中心哦，这个组织法的问题哦。那刚刚其实前面有很多委员也有讲到了哦，其实现在已经有国家文美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啊，那这个在台南跟高雄也都已经挂牌，这是成立在国卫院底下哦。那现在有委员又提出说要成立这个热带医学中心啊，那看您的报告是希望用法人的方式来成立，然后那我现在是想要问说哦，现在这个热带医学哦，现在有在做的医院有哪几间？基本上目前来讲，有一些高雄医学大学小港医院是高雄市立医院公办民营，他们有所谓的一个热带医学的门诊。那其他的话，大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本部也有这样子一个门诊。但是基本上这个如果是登革热发生，他不一定特别会去这个所谓的热带医学的门诊中心，他可能到家庭医学科什么科都可能。那如果以所谓研究单位来讲，高医师有所谓一个热带医学中心，但是那是承袭过去的，没有比较完整的人力编制，因为疾病如果少的话，他投入太多的人力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维持。那些登革热呢，是包括一般的感染科还有内科相关的科急诊都会结合在一起去做相关的处理，配合行政部门。所以现在有在做的只有比较专，就是专门在做的就只有高医的。目前，因为他过去从创校的时代就是已经定位是要解决热带疾病的一个定位了，后来慢慢才转型的。那如果未来成立这样一个中心，会以这里为首选吗？目前是不是考虑说哪个学校或者是他过去有没有做过，而是从整体的考量地方政府的需求跟我们卫福部考量一个国家级的单位是要设在哪一个地方，同时它涵盖的一个任务不是就只有局限于一个登革热未来的资卡，或者是南部比较有的一些包括日本脑炎，甚至最近比较看到的是汉他病毒的问题也都可以，甚至连狂犬病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防治。好，那我想问一下次长哦，这样的一个就是热带医学的一个中心哦，它的这个功能啊，跟国卫院它现在底下这一些就是防治研究中心哦，它的一个业务啊，它到时候会不会有很多重叠？然后整个业务是不是要重新再做一个整理？跟委员报告，基本上现阶段的所谓挂牌在台南、高雄的文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是当时在谈整个计划的时候是短期的，所以未来一定会把短期的人力会挪至到所未来成立的一个固定永久的单位里面，所以不会有叠床架屋的问题。所以之后如果这上面它里面有一些疾管署的一个业务也会移过去吗？还是怎么样？基本上它是属于低度公权力或者完全没有公权力的一个单位，它主要是做一些包括防治单位防治的一些同仁，他需要后勤的，包括资料分析、预判，还有他的一些这个资深员的清除的重点在哪里，是这样做这些类似的工作为主。所以业务跟机关署也无关。会互相合作，或者甚至可以接受机关署的一些要求，说可以进行哪一方面为主都可以。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发言。好，我麻烦次长，谢谢。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次长早，我想您来自高雄，您一定非常的清楚这段时间以来台湾在这相关的病媒蚊疾病在南部处理的状况了哈。那我想未来这个部分可能也会是您非常重要的业务哈。那今天我们好多卫环的委员今天特别在关注这个案子，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四月份的时候已经通过了这个蚊媒防治的这个中心，那我们又看到要在卫福部底下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国家的资源不应该叠床架屋。那刚刚前面其实好多位委员我们的质疑都一样，所以也很高兴看到今天就是说部内提出来的资料跟报告来讲有稍微解决了很多委员的疑惑。就是我们大概爬梳一下，您今天早上讲起来就是说目前它是在国务院之下，那这个计划案在根据您的报告是106年到109年会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案，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其实它在今年度已经挂牌以后
编的经费是2亿，是今年度的。对。那未来106到109，它是占编是3到4亿的一个预算的额度了。是。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长久性经费是固定的，而且它的人员编组都已经很建制完整的，是。那当然，那个3到4亿，如果我今天是一年内还是定案，那当然这些人就可以某一部分过来，是，意思说这些人其实都最有短期的，不会跌床架，会整个挪进来，整个挪进我们的这个中心嘛，哈，因为其实非常担心就政府之间跌床架屋而导致我们的资源浪费，而且就我的理解，其实这个部分的专家其实大概就是同一群人，对不对？如果是现在讲的病媒文专家跟热带医学专家，基本上从前年到去年，登革热在台南、高雄的一个状况。全台湾能够去做这件事情的几乎都已经出现了，能够动员的专家都动员出来了，基本上是所有的专家，我们只要发现是有断层的，也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永久单位，让这个断层的人才能够重新再培育起来。是是，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以目前属的这个规划的案子，我们会比较不那么担心啦，不然的话真的其实很多在做这个部分的专家也跟我们反映，就是他们觉得如果同时有两个这样子的部门，第一个我们的专家们分身乏术，那第二个的话呢，在如果说卫福部另外又成立这个部门，以专家的立场，他们也认为这样子事实上资源上是重复的哈。那不过既然我们要成立的我们未来会有针对这个热带疾病的部分，那虽然我们现在谈的病媒文大概以台湾现在目前主要谈的当然是登革热跟紫卡，未来可能遇到紫卡，那我们的现在已经面对到另外一个疫情市场，病毒疫情啊，以及这种天气里面的重热衰竭，这个到时候会不会列在我们的热带医学的相关的讨论跟防治里面？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所有跟高温引起的所谓热中暑或热衰竭的部分，过去国健署有相关的计划，交由成大的现在的校长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研究。是，但是如果长远来看，我们未来的一个中心定义是要热带疾病的这个研究防治中心的话，是，我想责无旁贷，只要是跟刚讲的热带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但是它反映的问题是所谓温度高的一个状况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纳入进去，纳入考虑嘛，好，因为我们现在在肠病毒这一块，虽然它主要都是小朋友，但是它也是一个进入秋天春天之后，春天夏天之后就会跑出来的一个疫情哦。那所以这边如果说未来在热带医学的部分，包含重热衰竭的部分，都会被纳入这一个相关的研究跟评估。可以跟委员这样子说明好了。如果成立一个研究单位，他的一个人才培育已经到某一个程度，是，他不可能说针对某一个疾病，过去像疟疾一样，疟疾没有了人就散掉了，而是这些人才他需要随时因应说去全球暖化，疾病形态一定会变，是，如果什么疾病来，当这些人就要马上因应去转型去做那个疾病的防治，这样才是长久的。是，那请问次长，我们这样子相关的专业人力的培养，在各个目前的专业领域里面跟专业的学校里面够不够，有没有必须要再增加的可能？目前在所有的融入这个团队的老师来讲，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生，其实不是培育的能量够不够的问题，而是这些培育的学生有没有未来发展，还有没有位置给他，是，有没有未来的一些工作让他觉得说他愿意投入这个领域，那才是重点。是，所以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防治中心成立的话，我相信这群人他自然以后就会有固定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人才库，甚至走入国际发这个联合的做法都有。谢谢次长，因为我接下来要问到就是在国际的部分啊，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在担心登革热等等的疫情，可是像紫卡这一类的，它很多都是境外移入的部分。那以现在的国卫院这一边啊，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很困难，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非常困难。但是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样子一个是以研究为主体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会以它是一个人民组织的一个就是一个组织的角色去参加啊。那所以说目前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国际上参与包含紫卡以及这一类的可能因为飞机或者是人的传递，尤其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巴西的这个里约的奥运，它可能增加了更多这样子的热带疫情的传递，那国务院在这个部分的国际的连接跟合作的状况大概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国务院它不是只有这个领域，是所有相关的国际连接都有，包括他本身的院长也都是大部分国外回来的一些状况，是，也是我们台湾的子弟啊。那如果以这样子一个想法是说，国务院如果针对相关的疾病研发出来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都认可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管道
去把它走入国际的一个舞台，所以这部分绝对是未来也要同时进行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中心，就是已经设立的这个中心，它接下来的这半年，接下来这一年，它有其他的就是这样国际连结的一些合作计划案吗？如果说在本身这两个文明传染病中心，他们所有的学者专家进去的，我们疾管署过去也常常举办东南亚或者相关国家国际性，是美国的也都来，不管是从疫苗或者是从这个相关的登革热疾病的，甚至兹卡，我们都会办国际的研讨会。是，但当然不是只有单纯那两个单位，那两个单位的经费是用在防治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以其他的，那如果其他的，我想我们部里面会去做相关的考量。是。接下来还要，刚刚其实慈庸委员也问到这个事情哦，就是登革热的疫苗的部分哦。我得到的一些讯息是，国外就像刚刚次长讲到的，就是在国外其实有一些疫苗的研发。那就我的理解，国内要自己研发，因为我们的人体试验的能量可能比较不足哈。那国外的疫苗，所以说目前评估在国外疫苗的部分，最快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在台湾可以先开始进来？因为有一些这样子的讯息。我先重答一下，再请署长来稍微做详细说明。基本上目前有的巴斯德厂，它是针对年轻人的，我觉得认为对我们国内的需求上有一点落差，是，所以才会考量说跟美国 NIH 合作。目前它是还没有正式上市，那巴斯德那个是上市，是，所以基本上我们重点是放在跟 NIH 合作，所以是比较考虑 NIH 那个。所以巴斯德那个，因为就我知道现在好像是墨西哥、菲律宾、巴西、萨尔瓦多都使用那家疫苗嘛。那台湾目前没有去考虑禁用的原因是说它的使用的 cover 的族群太小，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部分确实这个是一个考量，另外针对它的保护力的问题，是我这部分请署长麻烦署长，谢谢。应该这么说了，我们当然欢迎这家这个厂商到台湾来这个进行查验登记。那么一旦呢 FDA同意了之后呢，即使政府没有用公费来购买，这个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在自费市场使用，所以我们并没有排斥他们。对，那么当然他们之所以没有很积极的在台湾申请这个药证的原因之一，也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适用的范围呢是比较窄一点，都是49岁以下，同时呢也因为去年我们在台南的是第二型的这个传染，那它对于第二型呢的保护力是比较差一点，那么所以很可能这也是原因呢，让它没有很积极的来这个申请药证，但是我们是鼓励它的，这是没有问题。是。那所以如果以美国的 NIH 这个部分，最快大概什么时候我们有可能考虑让它进台湾来做防疫的动作？报告委员，这个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美国的专家来了之后呢，要详细谈的。是。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是说，这个尽快来做了。不过这个当然也要这个整个的政府大家一起的配合跟支持。那还有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支持，谢谢。好，是。我想这个部分在台湾的防疫是很重要的部分哦。而且其实，去年的这个台南的登革热跟高雄的登革热也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在劳动权益的部分，我们在担心的事情是说，因为有些他喷药他就不能上班啊，他就要请一天假公假啊，或者是因为他的这个防疫的关系，或者是生病的关系，很多青壮年他没有办法上班。好，所以除了我们讲的他的当然患病之后有生命危险之外，事实上我们也希望不要因为这样的疫情而导致劳动力的减损，以及这个家庭里面的照顾的这个压力。好，那最后我在我们的今天署所提供的资料里面，有提到的生物防治的开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县市大概都顶多都是用喷药的方式去做处理。那请问生态防治的目前的进度可以到什么地方？可以到什么状态？有关生态就是生物防护法哈，其实也好几年的了。对。那么有这些是用养鱼的方式，那么最近呢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呢，包括下个礼拜呢，我知道有一个澳洲的专家也会来，就在谈到跟国务院合作呢，用沃氏菌来感染这个病媒蚊。那它感染了之后呢，这是一种细菌了，它反而会阻止这个阻断呢，这个病媒蚊呢来传递登革热的病毒，那这些都是新的。那在 WHO 呢最近的讨论里面也把它列为呢非常具有
这个潜力的一种生物的防护法了。那现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一个选项，因为毕竟呢，用过去的老的战法了，就是清除滋生源呢，讲起来容易了，但是其实做起来真的是很辛苦。我想从过去高雄这二三十年来的这个经验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新的工具、新的武器来对付病媒蚊。对，我们真的觉得。这样喷药等等哦，我觉得再继续下去我们会节节败退了。那生物防治不论是在环保或者是在就是说从最根本的防治上面，我相信是在疫情防治上大家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是不是署这边还有部这边可以尽量积极的往这个部分做一些快速就是说动作上快一点，然后我们当然在立法院这边我们会全力支持，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向委员会报告哈，那个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发言的委员张宏禄委员之后哈，我们会休息约十分钟啊。一方面呢休息一下，一方面我们要修理一下我们这边的那个闪烁的这个灯泡哈。好，接下来我们请张宏禄委员发言。麻烦请次长跟机关署署长，请何次长跟郭署长备询。委员好，次长好，我今天看哦，这个我们要设这个这个机构的话，我个人是认为啦，刚刚其实有其他委员有讲到了啦，国卫院底下都有设了嘛。有设这个，那我是现在这边我要请教，就是说，我们如果直接把国卫院，好，他现在在台南设的，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好一个不只是研究你说的登革热或什么的，我们把它整个变成是个亚热带，好或热带这种真正研究所有传染病的一个机构，然后常设的话，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达到现在我们要设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结果？报委员，目前我们是这样子想，没有错。目前是这样子在规划。那做得到吗？我们就是等于是在原则上，不管成立什么单位，现阶段在台南、高雄挂牌的人力跟研究成果，必须要跟最后所设立的必须整个整合在一起。所以第一个不会有叠床架问题，也不会说所有研究跟防治工作中断的问题。所以长远来看，确实是要把国卫院现行的东西再把它扩大，成为一个永久性人事跟经费固定的一个单位。对啊，因为你台南院区的感染症的研究所，如果你真的把它做好的话，其实你这个南部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他所要设的这一个医学中心，我认为就完全都不需要了吧？你的看法呢？基本上我跟委员特别说明，是不是只有台南设，高雄也有设，所以同时在进行。但这些工作上面都是短期应付现在的登革热的一个疫情为主，尤其是蚊媒传染病的。可是长远来看，因为全球暖化，疾病形态会改变，所以我们才提出说，是不是配合南部地方特别的需求，我们把它成立一个永久单位，也等于是说是现在的一个工作把它延伸下去。所以在过去规划上，这个叫短期的，我们为了要走入中期跟长期，哦，今天所谈的大概就是所谓的长期的一个这个目标了。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要再新设一个公法人，或是在国卫院底下，这个就可以来因应了？我目前是规划在国卫院底下，甚至叫做南部分院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速度才快，也可以把过去的工作做一个延续。那你如果说在国卫院底下是一个南部分院，你们的目标是做到什么程度？目前是还在规划阶段，当然，比如说人员现在是50个人，是不是未来要扩增到100个人，包括涵盖不同的疾病型的？你误会我的意思哈，我不是说你的组织编制或什么到什么程度，我说你设了一个这个，你的医学上的目标，或是你整个国家战略的目标，你要达到什么的目标？
我刚刚特别说过，现在的叫做文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主要是以登革热防治为主的一个学术跟行政单位结合的一个研究单位。但是未来疾病的形态不是只有局限于一个登革热，未来的兹卡或者是可能其他的疾病都可能衍生，包括其他委员所谈到因为高温或者是一个热带特殊产生的。所以这个如果成立一个研究单位，能够长久来看它的人才的培养，可以针对不同疾病来做防治，这才是长久的目的。现阶段的一个只是它短期比较范围比较小的，如果他能够继续做，也意义上也是一样，把它不断的去做一个完整的扩编。但是至于说是不是要现在就台南，还是说在高雄所设置地点，就原址去放大，我想这会有它的困难性的。我们必须要另外做重新的全盘考量，但不会把过去的工作否定掉，也不会把过去的人才就遣送掉。我就直接讲我的看法了哈。我觉得如果真的设立这个，你不应该只是。短期的目标，你可能是解决登革热，或解决哦，我们可能防范目前的什么兹卡什么。可是长期的目标，你应该把台湾，哈、哦，因为我们身处热带亚热带，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了，也有很多其他的啊，比如简单举例嘛，恙虫啊或什么什么，这一些都会造成啊人体啊很大的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设这个，我觉得经费、人力什么的，你应该把它推向。世界级的领导的一个，哦、一个机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台湾能够在这个部分，哦，在个传染的部分，我们如果能够在世界，哦、最顶尖，然后我们专门去研究这个，不要说是国际的声誉，你国际的市场有多大，你知道吗？当然，哈，如果以。比如说登革热疫苗也好，或者登革热整个防治的模式也好，本来全世界现在最传染速度最快、感染人口最多的，其实就是登革热。当然，今天所谈的这个模式，我刚刚前面也特别跟其他委员说明了，我们今天所培育的一个这个单位人才固定以后，它不是只有针对某一个疾病可以去发挥它的功能，这些人才必须针对不同的疾病，它就马上要去应变，这才是长久的目的。那如果说今天在南部的登革热防治成功，哪一天全球暖化？所有的埃及斑蚊真的跨过北回归线到北部去的时候，我们相关的当然对全台湾都是有防治的效果。那东南亚那更不用说，因为这都是共通性，我们每年都是境外移入的。那我们当然长远的目标，正如委员刚所说的，要跟国际接轨，甚至在国际上能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认为啦，如果要设啦，一开始的目标你就要把它设成是，不是国际。那个权威应该是国际领导权威的一个机构目标迈进，因为我认为这个投资以后你的回收会很大。你从国家的战略的角度，你从国家的经济的角度，你从国际声誉的角度来看，这笔钱投下去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要这边我就说，你不应该把它局限于什么在处理登革热，在什么有很多的方式。整个全球在这个热带亚热带国家有多少？你非洲的国家有多少？这是个那么庞大的市场，而且现在是地球村。我认为啦，我们应该是朝如果真的要设，好、哦，我个人呐，我是认为要去设这个机构，但是呢，是不是独立起来另外一个法人，或是在国务院底下？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在国务院底下。你所有的人才，所有什么都有了，因为你这个机构，不管以后叫什么名字，确定之后，我特别不讲名字，我们到底以后名字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哦。你也没有办法去指挥县市政府吧？还是你们以后会认为可以指挥县市政府去做第一线防疫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我们是等于是要给前面的第一线的县市政府做后勤支援，包括学术的一个资讯提供啊。对嘛，就这样嘛，对。所以我还是会倾向他在国务院，可是我认为一开始应该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做到世界顶级的，到时候全世界就认为我们这个是最好的。然后我们的疫苗，我们什么的，好，我觉得这个就会达到我刚所说的那一些啦。我不知道次长你的看法，如果要设，是不是要从这个目标去迈进？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刚刚所谈设置的一些定位跟做法，我们跟委员所想的是一致的。那至于长远目标，当然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到委员所讲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未来考量经费也好，人力也好，人才的培育也好，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我要在这边跟次长您说哦，
如果真的是要这样的话，你们就要坚持，从一开始就要把它拉高到这个规格，而不是只是随便设一个这样。你们一开始就要坚持，然后我们朝这个目标迈进，这样子才有意义啊！不然是为了一个登个那个什么去设这个，我认为哈，这个把它看得太小了。另外哈，我要请教一下疾管那个疾管所署长哈，是报章啊说这个支卡病毒啊，哈，这是外籍人士吧？是我们自己的。是台湾人。两例境外呢，都是这个泰国籍的劳工，对。什么叫我们自己的？不，我刚才在讲，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还有几间通报的，那也有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国内呢通报疑似的呢，也已经达到了24例了。那上一次见报的这个报纸上讲的有一名孕妇，那是我们自己本国籍的，那是本国籍的，对。我现在那还没有确定啊。好，我现在就说，那我们确定的是外籍还是本国？哦，确定的是外籍，对。那人呢？现在人在台湾呢、啊？对，他就是从泰国来。他是劳工呢，还是？就我们的资料是劳工，没错。啊，那如果资料是劳工的话，依我们就业服务法依相关的那个外劳的规定，他这样有通过健检吗？哦。因为这个都是传染病了，所以按照我们的所谓的健检，并不会把这个东西包括在这里面了。而且呢，他发病的时候呢，也是在机场发病，那么被我们拦截到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控的范围之内的。我知道，可是啊，你现在我不知道，我要请教你们说，你现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你有没有隔离？有没有什么？哦。这个我想，因为它是第五类的传染病，所以呢，中央地方都会一起做。所以呢，它一旦进来了之后，就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的程序，都会做到防蚊隔离。所有它的环境哈、啊，有没有病媒蚊，也会做调查，也做清除。所以这两例呢，都没有任何一个迹象会扩散，而且两例呢，也都已经在康复。对。所以没有问题。我问的重点就有这里了哈，不要让 SARS 的事件因为轻忽，啊，让台湾哈要遭受一次啊类似 SARS 的这样子全台的感染。我觉得从一开始把它管制好就好了，哦，因为这个 SARS 这个真的是，哦，非那时候也是因为轻忽啦，哦，所以我只有请教这一点而已。好，谢谢。同意委员的看法。谢谢。好，接着我们休息10分钟，10分钟之后继续开会。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着请钟孔绍委员发言。谢谢主席，然后请次长。次长备询。委员好。被启功叫委员好像很爽，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同事在高雄市，同事了八年多。啊，很高兴能够在立法院跟你见面。啊，虽然不是同事，但是我是询问的对象，你是被询问的对象。所以问起来还是有点卡卡的，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个修正条文，也是我们陈委员、陈玉明陈委员也特别提了一个，其实大家基本上的利益良善嘛，都是为了国家的一个热带疾病的一个防治中心，啊，尤其是在南部，啊，因为气候的一个变迁，包括何局长当时在次长当时在。高雄市当卫生局局长的时候，也面对着登革热的疫情，还有面对着其他病媒蚊其他的引起的传染性的一个些的疾病，所以在高雄市或者我们南部啊，期盼的是卫福部能够对这一部分啊，能够不再重北轻南了，也能够把关爱的眼神能够回到我们南部地方来，所以对于这个条文的一个修正。啊，基本上啊，你们早上好像也有几个委员，包括我想陈玉明委员，刚刚也坐在这边，啊，他也知道，在如果回到行政机关的体系上，啊，是不是会有其他的阻碍？在行政机关底下去设这个一个传染病的一个防治中心，部长，你觉得他的缺失在哪边？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如果在行政机关的底下，主要受限于目前整个行政组织里面人事跟经费的限制，加上在整个如果禁用人才方面也比较不容易，同时呢，这个人才的需求不会如我们预期的，所以我们目前是不考虑在行政机关的组织底下来编列这个相关的一个中心，所以。次长是认为，如果依照现行的法令的规范，如果回到行政规范底下啊，不管他的裁员、人才的禁用，或者他相对的采购，或者他的弹性的处理的一个方式，都会有他的困难跟瓶颈在。所以部长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南部也设立一个防治中心，传染病的防治中心，啊，包括一些的啊传染病，啊，不只是登革热的病媒蚊。那你们也希望能够用什么方式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要用比照国卫院的方式去做处理，或者说是用法人？市长，你觉得用哪一种方式是能够用最快速的方式，又能够满足符合南部这些的民众朋友的一个期待？跟委员报告，基本上，现阶段的文媒传染病研究防治中心是国卫院底下的传染病跟疫苗研究所在规划，同时跟学者专家呢一起结合在运作。那如果按照现行的架构，如果让国卫院的这个辅导工作可以再持续扩大下去，它整个工作的成果跟人员呢，可以做整个的一个规划整合，这比较对人才既定的工作成果上面比较有保障的效果了。第二个是，如果就整个组织的定位，法人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但是法人有两种，一个是行政法人，一个是财团法人。那行政法人因为有行政法人法的一些规范，同时他设置的期程，还有相关其他行政法人的一个竞合之下呢，会比较期程久。所以如果站在大家目标是一致，希望尽快的解决相关，不管是现行的登革热跟兹卡，还是未来可能面对的疾病，越快越好的情况之下，以国家卫生研究院底下设置
也许位阶拉到南部分院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个目前是最可行，那相关的工作成果也可以整个延续下去，我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考量。其实我们都针对热带疾病的一个防治，我们都是希望除了登革热的一个防毒的一个监测，包括分子病的探讨跟疫苗的研发，我们也包括病媒生态的一个基础的研究跟化学生物物理治疗 方法的一个研习，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未来的一个这个防疫中心，包括未来登革热的先行的疫情的一个警告模式啊，也能够透过这些的一些，包括你刚刚特别提到一些专业的防疫人才的一个养成的一个中长程的一个养成的训练，如果要成立这一个分院，如果用跳脱用行政部门机关的约束性，那用法人的方式，财产法人的方式是最快速的方式，也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所以次长的期待是希望能够用财产法人的方式，因为比较国务院的财产法人的方式，譬如我举例啊，如果用国务院来的分院来设在南部，是不是可行？目前是这样子考量之下，经过今天大家共同的一个讨论，这个是最可行，而且位阶上面也不会觉得说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方式是比较可行，所以不过时间上也能够缩短，时效上也会比较快，对。所以用法人的模式来办理啊，不只是预算，还是要受到政府的监督。那当然，他的研究人员就像你讲的，毕竟一个研究人员的待遇，你不可能比较行政公务人员机关的一个待遇这么低，大概也找不到好多人才，因为你后续还要一些专业的防疫人才的长期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训练啊，包括登革热流行的啊风险的预警的一些的模式，其实这些流行病学社区跟环境活动等等事项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你认为用国务院的一个设南部分院是最快的方式，也避免行政的一个修法，是用最快速的方式去让这些流行性的一个防疫中心能够尽速在南部来成立。所以包括政府的采购啊，也不会受到限制。其实不是不会受到限制，而是既然财团法人像国家卫生院运作那么久，当然它有既定的模式，那它的会计方面还是有相关的一个监督。但是至少在整个研究能量上面，他们已经运作那么久，应该是比较顺畅。我想次长来自高雄，也知道南部民众的需求，也知道南部的乡亲们对次长的一个期待了哈。因为毕竟登革热在不管在台南也好，在高雄也好，在屏东也好，啊，都是我们长期的梦魇哈。啊，能够透过次长这一次在台北担任，我们卫福部的政策。也能够透过部长在当地的一个经验，把相关的经验啊，能够重新去做调整，在整个的政策的执行面啊，能够让我们南部民众啊直接有所感受。我希望政策能够用最快速的方式啊，能够用最让我们民众也有感受的方式，让我们这个防治中心能够尽速成立。部长，你觉得那个时效上大概有多，时间上要大概有多，要多久？我是希望我们三个月之内跟国卫院，还有包括我们机关署，还有甚至环保署，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讨论出一个初步的草案，啊，能够送进立法院，或者从我们行政机关先处理掉，然后可以送到立法院。那短期内如果可以在三年内把甚至硬体方面初步的一个完成，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了。最后我还是对次长有所期待了，能够透过中央国家的资源，啊，能够迅速成立热带防治中心，啊，也能够尽快的去投入人力跟物力等资源。另外结合我所谓的专家学者，啊，能够共同研发比较有前瞻性、有创新性。而且有实物衔接可行的相关的研究，借以有效的治疗，包括预防，
包括防疫相关的策略，甚至透过疫苗的一个研发，包括生物生态等多重的一个防治及紧急的防治策略，既能有效地降低我们病媒蚊的密度，减少疫情的流行的风险哈。我想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期待的哈。我想不管今天提案人陈委员也特别坐在这边，他期待的就是啊大家共同努力哈啊，希望能够让台湾能够更好。啊，我跟部次长大家共同来努力了哈。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的发言啊。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主席，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何次长好哈，我想，因为这几年登革热的疫情，还有我们病媒蚊的一个相关研究，真的大家都。蛮支持像过去的病媒蚊的防治中心或现在提到的这个热带医学中心都应该有一定的支持度，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哦。但是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刚听了蛮多的一些意见哦，听下来好像就是在国卫院下面设置最快的，就是能够立刻去处理啊。那或是用行政法人或财团法人也是一种方式，另设哈。那可是行政法人看起来也是要经过行政部门这边提案到立法院这边来通过啊，所以这个程序上听起来也是有点的稍微长一点，是不是？好，对，目前不跟委员报告，如果以法人的方式，就是行政法人跟财团法人。那财团法人又分说是新设，还是在原有的一个法人底下设分支单位？那如果是行政法人，大概我们预估最快也要两年。包括他有行政法人的一些法规的规范，那如果是财团法人新设，大概也是类似时间上会比较久。所以现阶段刚刚说过了，因为特别针对现阶段已经在台南、高雄，就是原来国卫院在规划这样工作也在进行中，那把它再延伸往上提升到一个国家级的更大的一个人事经费都固定的，就比较合理了，也比较能够。市长想问的是，它是一个研究中心，还是一个有第一线防疫工作的这个公权力介入的组织？因为我觉得这个定位要比较清楚，才知道接下来组织要放在哪一个层级或哪一个形态。好，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不是一个执行公权力的单位，因为执行公权力有地方政府各个主管机关，那中央我们的疾管署。那既定的行政处理当然有这一群人在负责，那现在所缺的是说，包括刚刚钟委员所提的包括预警模式啦、病媒蚊的处理啦，这些需要学术做后盾，以防治为目标的一些相关后勤资源，才是我们设置这个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想法。我们很希望就是卫福部这边能够做一些审慎的一个思考跟定位啦哈，因为我知道最近我们上次我在卫环委员会也做了一些质询，像现在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也有打算把从财团法人要变成行政法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就在想说当时为什么没有定位清楚这个哈财团法人的一个形态啊，现在又要把它改成行政法人哈，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些转变的一个原因哈，应该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哈，所以我这才会来问你说，这到底未来这样的一个就所谓的热带医学中心哈，这样的一个角色，到底是公权力行使，还是只是一个研究单位？如果纯粹研究单位，确实你刚刚说的财团法人哈，或是在既有的现在财团法人在延伸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可能就要审慎的思考，是不是要有一个机关或是行政法人的部分。对，没有错。如果是低度公权力的行使，当然是行政法人。那如果财团法人就比较没有这边公权力的一个考量。所以目前以这样子一个疾病防治行使公权力的单位，已经有既定的地方跟中央的人力。那我们还是需要是不是以公权力为考量的一个单位。好，就请审慎思考清楚哈。那接下来我要请再请国安会的李处长一起上来好不好？因为这个议题是有关我们
社会福利的研究中心的问题。好，好，请李处长。我不知道适不适合问何处长，因为处长比较是在卫生系统啊。我必须说，因为当时在卫生及福利合并的时候啊，本席也是从民间单位的立场一直参与在其中有关组织法的一个修订啊。当时我们社福团体就已经提出一个要求啊，除了既有的这些组织之外，其实我们在卫生跟福利的研究的部分，卫生因为有所谓的国卫院哈，还有我们国健署啊，下面都有设了相关的健康研究的一个算是中心哈，或财团法人啊，那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可是我们福利的部分一直没有，社会福利的部分一直没有。那趁着组织再造的时候，其实一直在主张说应该要有一个哈独立的哈，或是说要跟其他的卫生系统、健康系统的一个研究中心可以做一些讨论跟合并，可是一直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应该进度啦哈，看不到进度。那我们最近这几年来哈，我知道国发会应该很清楚，台湾面临到少子女化跟高龄化议题非常严肃哈，就是我们现在是12%哈，接下来2018年就是4%了，2025年就20%的老人。好，这么快速老化的一个这个速度里面呢，我们的行政部门啊，说真的，我必须说，我们卫福部现在里面的行政部门对研究政策，然后能够回应政策，现在都是用委托个别教授去做所谓研究，研究完了就束之高阁，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用。好，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国家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研究中心，是要能够把这些政策能够转化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可是这个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好，我是不知道说卫生的系统或健康的系统有没有做到，但是我社会福利我是看不到。所以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我们卫福部现在有没有可能设一个，好，就是以福利研究然后作为一个政策研究的一个中心的可能性。报告委员，那当初在组改的过程里面，对于社会福利这一块哦，的确是有思考过。那当初的这个着眼点是考虑说，在像说大学啦哈，还有我们一些 NGO， 其实有很多的有相当大的研究能量，尤其社福这相关的大学还有研究机构。那当初就是希望说卫福部成立以后啊，能够以这个从我们的基础应用跟我们的产学合作能够结合。那所以像说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大学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医学中心有对像老人的照护啊，他去怎么去结合我们不同的系统，从我们的这个使用的习惯，然后到辅具啊，然后去做一些结合去开花。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说的确如同委员讲了，就是卫生跟社会福利结合以后啊，对配合高龄化少子化其实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啊。那我们当初是希望说是不是从大学还有跟产业能够做合作，然后李次长你的讲法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了，就是有点是跟大学合作，委托大学来做相关的研究。好，那怎么确保这样的研究是作为政策能够转化成政策使用呢？是因为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长期以来政府部门设的这个研究机构，不管是在人才罗置啊，还有跟产学合作，如果用行政机关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发觉都有相当的困难度了，所以就会变成单纯只是做研究，没有办法走到运用这一端跟产学合作。那所以刚才委员提的这个是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说未来应该怎么让我们大学还有研究机构的量能啊，能够变成我们一个社会福利一个发展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这个是有在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这边可不可以请我们国发会跟卫福部甚至是跟内政部，然后因为内政部管人口，我过去也参与过内政部的人口政策的委员会，可是那个委员会说真的，我们就是一个委员，那两个月或一个月开一次会，可是能够做的就是没有数字，没有人做相关研究，那各个学者有各个学者的研究，可是要把这些研究怎么转化成为政策，其实中间有很多的一个困难点，所以我比较倾向就是说，是不是三个部会能够做一些的研议哦，因为因应高龄化少子女化，我知道像日本在1996年，他们就有把人口问题中心跟社会发展中心整并为一个国立的社会保障及人口研究人口问题的一个研究中心，他们已经在做一些整合了哈。说真的，
我们现在行政部门也不是没有研究中心呐，哈，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中心。那有没有可能一个方式是扩大像国卫院的研究的一个，或是所谓的这个研究的范围，哈？那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这各资源再做一些整合，好？因为因应不同的需求，尤其是这几年其实少子女化、高龄化的议题这么的严肃，哈，而且社会保障包括年金的改革、各项的制度的配套，其实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国卫院应该对这个方面应该是最专门的一个部分。是，感谢委员的指教。就说，在行政院有一个专案小组，哈，就如同委员指示这个部分，有在会同相关的机关来做一些研究，怎么针对高龄化这个部分呢，啊，让产学还有大学啊，哈，还有我们的行政机关能够结合不同的面向，然后走到运用这一段。那这个部分在院的政务委员有一个专案小组在处理。那这个议题，我想我们带回去会来做后续的这个大家来做一些搭配。刚刚听到还是一个专案。是的，那我们比较希望是有点常设性的啊，就把它设置常设的组织，然后能够是长期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不会是一年两年，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的资料来作为政策推动的一个参考。是。跟我们报告一下，就是这个机制要怎么运用，哦，就是到底要成立机构，或是说成立新的机关，或是说在大学里面，或是在这个医学中心里面去处理。那这个专案小组，行政院这个专案小组现在有要求相关部位在处理。请问那可能会有多少时间才能研究有一个答案呢？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好像是我们的那个社家组在社会及家庭署，他在做统合的工作，我们会去再来跟我们汇报。好，那我希望是不是近期可以大概一个礼拜可以告诉我你们大概的进度到哪里，好吗？好，好，好，谢谢。好，需要的资料请我们卫福部这边哈，尽快的提供给委员以及本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接着请蒋万安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所有列席的官员还有委员同仁，大家好。是不是可以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次长好。我想我们今天在审这个热带医学中心的组织法草案啊，但我想也非常谢谢陈一鸣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草案出来。那我想对于未来我们对于相关疾病的防疫上面啊，会有绝对很大的帮助。那当然，我看了这个卫福部的报告里面，其实提到就是说，对于组织形态有一些疑虑啊，就是说到底是用哪一种组织形态来设立。所以我想在这边先请教次长啊，目前卫福部这边的一个看法是希望我们这个医学中心是以什么样组织形态来成立？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原来考虑有五个可能性，一个是在行政组织里面，还有一个行政法人，一个是财团法人新设还是财团法人下分支机构，或者是在一个学校单位里面去筹设。那行政机关的部分呢，因为牵涉到整个组织修编，同时人事跟预算受限，同时整个组织改造的部分还有没有完成，必须要统一考量。时效上也比较会长久，所以我们目前是暂不考虑做所谓行政组织机关里面的一个架构下去设置。那法人的部分是目前我们评估有比较可行的方式。那行政法人呢是有低的公权力的一个行使，但是它基本上有受限于行政法人法还有相关的一个限制的话，所以会有时效上呢大概1到2年。那财团法人如果新设也是会有类似的问题，只有在财团法人下面设分支机构，只要他们董事会通过，那基本上是会比较迅速。那另外一个考量是现阶段的已经在运作的文媒传染病防中也是国卫院这个财团法人在运作的，所以这样子比较一个延续性，所以我们目前考量还是以财团法人的新设下面设分支机构的可行性最高。所以没有行政法人没有考虑，就是说，原来是有考虑法人跟里面分行政法人，可是行政法人我们推估起来两个财团法人跟行政法人，还是以目前财团法人的一个时效性会比较快。
以残障法人的形式来设立，对，而且也过去的研究，所以是新设残障法人，还是在现在的残障法人下设一个分支分支机构？那有预计在哪一个残障法人下吗？目前就是国家卫生研究哦，国卫院，要既定的工作也是由国家卫生在主导的。好，那因为我也看了这一份这个医学中这个热带医学中心的组织法草案哦，当然里面其实我比较关注的一项是对于人才培育这一项啊，因为就一些资料显示，当然我们其实目前台湾对于热带医学人才有一个断层的问题啊。那这一部分我不知道说次长在卫福部这边未来因应我们热带医学中心成立之后哦，那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些热带医学人才能够进入啊？还有未来长期的培育有没有一个相应的计划？请教次长。好，报告委员。基本上在所有的学校，包括台湾大学、中兴大学，甚至到屏科大，还有长荣大学，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系所在培育研究生也好，或者大学部的学生也好。但是不是说人才培育有困难，而是他的发展的管道上面没有让他有一个诱因，而去呈现人才的一个持续的保留。所以如果有今天这个研究单位成立的话，也许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那同时可以跟这个培育到运用，它有自己发展的空间。我想这个部分建立起来的话，人才培育就不是问题。好，我其实很高兴听到次长这样说，因为其实设立这个医学中心很大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刚提到很多我们这些目前有一些相关院所，他们的确有这些这个医学学医学的学生啊，可是怎么样给他们一个愿景啊，能够从事热带医学的研究也好，哦、啊，相关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治疗也好等等，我觉得这个的确医学中的确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跟刚刚提到次长您讲的一个位置给他们啊，我觉得未来希望能够尽快的培育热带医学这个相关的人才。那为什么人才这么重要？其实我想台湾处在这样的一个气候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我知道次长您从高雄上来，您非常了解这个过去几年啊登革热的疫情啊，其实在台湾有爆发啊这样的情况。那我想今年非常特别，我之前这个也提出过质询啊，我在这边也再次跟次长讨论啊，就是说今年非常有可能会有多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啊，次长您是专家啊，我想登革热当然不用说啊，您非常了解。那我想这个今年还有肠病毒啊，也是台湾这几年啊其实一直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流行，以及所谓的兹卡病毒，我想次长也非常了解。我想国人比较对于兹卡病毒不太了解那由于不了解，有时候会轻忽可是实际上，兹卡病毒在美国在中南美洲就是美国的后院其实他们已经有非常重视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包括像世卫组织，他们也已经宣布了。说这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他们觉得必须要非常严重的看待这个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拨了$180亿专门用在兹卡病毒的防疫上面所以我想次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是前天的新闻吧这个高雄有一对夫妻疑似感染兹卡病毒当然第一次验血的结果是阴性，但是还要做第二次的验血，我不知道说次长卫福这边有没有掌握这个事情。跟委员报告，当然这个讯息会随时传到，从机关署部长、次长、高阶的主管一定会知道。所以目前他们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吗？阴性吧。我们郭署长。委员好，有关这个高雄这一例呢，按照我们的 SOP 呢，是在6月4日会做第二次的这个采检，所以还没有做出来。对对对，还没有做出来，第一次是阴性了。对对，好，那目前看起来台湾是没有所谓的本土病例了。当然之前有境外移入，就是有两个好像泰国籍的人士他们是确诊是
感染兹卡病毒，是吗？请问署长。没错，是有两名境外移入的个案。那后续有追踪的结果是？我们有一定的 SOP 啊，所以其实早在还没有境外移入的时候呢，那国内都也做过了这个演练啊，各个县市都有。那避免的就是万一移进来了之后呢，那该做的这个事情呢，会有这个漏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两例呢，我们事后追踪呢，也都有按照我们原先的 SOP 做了，就基本上是呢，一定要。这个追踪到体内呢的病毒呢完全是个消失，这段时间呢，不管是经由病媒蚊的传染，或者是经由这个性行为的这个传染，这个我们都加以这个掌控。对，好，谢谢署长。我想我再次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呼吁，就是说兹卡病毒国人千万不要轻忽啊，因为其实它之所以会被人轻忽，因为它其实。致死的这个几率很低，然后它其实并不会引发什么并发症，所以也造成其实在国外很多专家学者他没有研究相关疫苗的一个兴趣，那其实它严重的是说它对于孕妇来讲，对成人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症状，但是对孕妇会造成婴儿小头症，所以这一次高雄这两个夫妻刚好这个太太她怀孕24周，所以这一点其实会让人非常担心啊！我觉得站在卫福部的立场，其实对于这些相关的疫情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没有本土的案例，但是态度上面应该要戒慎恐惧哦。尤其我刚刚提到，今年除了这个兹卡有可能哦，如果万一进来以后造成流行，还有我们每一年都会面对的登革热跟肠病毒。肠病毒为什么今年大家预测会大爆发？平均每3到4年就会一次大爆发，刚好今年离上一次大爆发已经第4年，所以我们也看到目前整个肠病毒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1100人次的这个确诊率，所以已经正式宣告肠病毒大爆发、大流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卫福部希望能够不管在宣导上面应该要加强，因为我问了很多周遭的朋友，他们对于兹卡病毒完全不了解。会有什么症状，引起什么后果，透过什么途径传染，我觉得这些我们在网络上在媒体上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得到相关的讯息好，那最后我想提就是说，对于面对今年多重疫情的感染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流感的大爆发我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分流转诊的制度上面能够尽快落实因为如果这个登革热肠病毒加上兹卡，如果同时间都是可能在即将现在已经5月了夏季的时候造成一个流行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病患涌到这个急诊室的时候不但会挤压到原本需要重症治疗的这些病患以外也会造成急诊室变成一个流行的温床，我觉得这些我希望卫福部都能够重视能够做好确实这个分流转诊的制度我希望卫福部能够多多的这个不止落实，对于兹卡病毒要多宣传。好，谢谢。谢谢。接着我们请赵天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次长好，这个今天跟您在这边备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好，那因为就是在过去您长期担任高雄市的卫生局局长，在跟登革热防治上面投入相当大的心力，所以您一定特别可以知道高雄人的辛苦，然后以及我们中央地方可以在哪里更紧密的合作。好，所以今天的质询特别有意义。不过也要特别肯定陈宜明委员，他过去在高一担任副校长，也特别了解登革热防治的重要性，那高一也是在登革热防治的重症，所以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不管最后跟行政部门我们最后怎么样磋商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还是表达对他的敬意。那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就是讲到高一的部分，高一在这方面的投注心力真的是不在话下，您刚才也有在其他委员的垂询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医院在学校
都在这热带医学里面都投入很多心力，所以本席去年也跟着陈建志董事跟赖文德前院长等高一的团队，在卫福部跟国合会的这个协助下，我们前往了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呢，是我们国家外交一个很重要的重镇，因为我们在那里建立了那个医院，我们在那里成立了这个热带医学的研究中心。那热带医学的研究中心呢，让一个相对比较贫困的所罗门群岛，它非常的自豪，因为他们成立了这个热带医学中心，它可以成为南太平洋国家的亮点。未来呢，他们登革热一旦这个生病了，他就不需要还要再把他的这个病毒株送到澳洲，才能够千里迢迢的去确认他到底是哪一型，他就可以在我们国家以及高医团队的协助下，直接在所罗门群岛他就可以验出来，他还可以收其他附近国家的这些病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那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这各大媒体也都有高度的肯定台湾，我们中华民国，以及高度肯定高医的表现，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记在公报当中，表达说对这件事情的高度肯定。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的国家对于所罗门群岛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跟努力，但是我认为中央在对于各地方防治的方面还有可以再加强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土病例的部分，病例里面呢，我们这个它并不是因为台湾或南台湾我们卫生条件比较差，是只要在赤道附近一定的经纬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压力，尤其是在都会区。所以你看到我们高雄市从2013年、2014年、2015年，特别2014年跟2015年，因为气候暖化特别热，雨季特别多，再加上世界性的大流行的关系，我们的病例从70例到14999例到19723例。台南也是很特殊，以前的都是可能零星的案件，结果呢，在去年也冲破甚至比高雄还多的22760例。那这个情况下，我要强调，就是一定在赤道附近的国家，它世界性的流行，这已经是人类的世界的共同问题。台湾走在很先进的部分，我们承受比较大的辛苦，但我们也可以走在最前面。那可是我们回头看，病例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预算防治经费是怎么样呈现一个反比的状态呢？你看，我们从民国99年、100年、101年、102年、103年、104年到105年，年年下降。我们从99年的时候，在台南市还有1400多万的经费，然后呢，台南市到105年剩下588万。然后我们看到高雄市的部分，99年的时候还有1900多万的预算经费，到了105年剩下800多万。其他的县市比例也都差不多低。我们再看下一页，它的这样的一个图，上面的这个橘色的是总表总数，全台湾的总数。在这个深红色的部分是我们高雄市，然后呢，蓝色的部分是台南市，也就是说对半砍，是完全呈现一个好像悬崖式的下降，对半砍，再砍，再砍，又再砍，跟我们刚刚看的是年年增加的病例，完全成为一个死亡交叉。我们当时在过去4年都在卫环委员会，每年都问。问说你明明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它是几乎已经不是说几乎一定可以预判了，结果你竟然在预算上一定可以把我们删减，我完全没办法理解。然后呢，我们再看上往回上一页，结果呢，预备金的部分反而是年年增加，也就是说政府明知会发生，结果你裁减公务预算，结果呢就要用第二预备金的方式让大家去透的啦，拜托啦，你没透。局长你，副次长你在当局长的时候，你就深受其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公文的部分，这是光是去年，去年的部分，本席接受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委托，来赶快跟中央要经费。你看我们的第一章，申请日期是104年9月10号，夏天都还没有过完就没有钱了。那个时候高雄会热到12月，1月有时候有时候还会蛮热，结果中央已经断吹了。然后呢，真的9月开始要的时候，拖了快2个月。10月23号的时候，好了，但请挂紧合理啦，你可以处理啦。好，又用完了，还是不够啊。那我们再看下一页，11月赶快再来申请，还是不够钱，再给你拖，差点就跨年了。12月29号，11月9号申请，12月29号才给你，恩给事啦，动作吼去家里偷啊，分给你吃安尼啦，真是太欺负人，把高雄人当作什么？高雄人，我要强调，不是卫生条件差，是地理位置的不幸。
我们刚好在比较热的地方，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做登革热相关的防治。我刚刚讲的高医团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疾管署都很努力要想办法设热带医学中心等等，最近在高雄、台南也都揭牌了暂时性的措施。所以我在这里要请问苦主，你现在掌握了最重要的权力，新政府都成立了，我在这边很郑重的要求，既然明知会发生，而现在正在编列公务预算，你愿不愿意承诺，代表卫福部承诺说，我们就从明年的公务预算起，你现在正在编列，开始止跌回升，让我们感受到政府真正有重视这件事情，我们愿意在公务预算上就把它编足编好，让我们感受到说政府这个决心要来防治登革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请回答。报告委员，基本上一些经费的运用，如果能够先行筹设在预防阶段先做，让疫情不要扩大，后面花的钱就会少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原则，我会在未来的过程当中跟疾管署一起就这方面做一个修正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今天所有的疾病的预算下去，疫情高或低，不能论断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没有疾病，这个钱花下去也必须要认为说它是有它的效用，而不是说等钱先不要做，后面有个案发生的时候才不断投入。但是疫情已经扩大，花的钱会更大。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今天这个常设的单位是已经成立了，它有固定的经费、固定的人力，我相信在地方政府预防性的工作上面会有很大的注意，也可以更早预期说今年的疫情大概是如何，就是如同新加坡，它可以按照气温去预估说今年可能会是往年的三倍，啊，目前新加坡确实是如此。那如果可以达到就把所有的学术的一些模式运用到防治的工作上面，对于经费的安排上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忙。是，就如同您讲的，这一件事情它是可预判的，哦，在现在科学上已经可以预判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就请您再更明确的宣示一次，就是说，至少在现在编列的预算上面，止跌回升是最起码的要求。然后呢，开始在它应该要有的水准里面，去尽可能的编组编好。我想会尽这方面的努力，毕竟我代表南部的民众一些过去的经验，我愿意承担这样子一个责任。好，那我们也会持续在这方面监督你们的努力，谢谢。好，谢谢。那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哈，因为在场哈，我们有本委员会的四位委员接续哈都会继续发言哈，所以哦，我在这边请教各位哈，请教大家的意见哦。我们今天哦会把所有的询答，包括到下午还会继续询答。那请教各位，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场的委员，我们就询答，让你们继续询答之后才休息。这样好不好？还是要下午才来？今天不会进入大题，询答完结束。好，继续啊，先处理。好，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临时提案。好，好，请宣读临时提案。提案 A。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审查对医疗处置及特约医疗院所之审查作业，本意应为避免全民健康保险之资源遭滥用，并引用专业审核协助医嘱正确性及效能。然近年来屡传不当或者错误核删案件，甚至有将止痛药当作抗生素核删、删除整笔急救给付等违背基本专业、无理核删回推罚扣等情事，不仅逾越医疗专业，影响必须之医疗决策，更导致健保审核专业度受质疑，影响公署公信。原此提案要求健保署检讨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审查制度，并依政府决策公开透明之原则，公开各地区健保审核委员聘任标准及流程，各区审查医师及非医师之比例，并于每届审核委员聘任完成后，提供各县市医师工会各专科审核委员名单供查询。提案人林静怡，联署人柯建明、陈曼丽、顾立雄、周春米、洪慈庸。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提案，请卫福部说明一下，针对这个提案说明。好，谢谢主席。基本上我们对于所有相关的提案的内容呢，都没有特别的意见，只是在文字上最后的部分是不是说提供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各专科审核委员名单转至各县市医师工会，因为所有的这个基本上除了医院之外，审核委员都是由各医师工会所推荐。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尊重全国医师工会联合会，然后把相关的名单转至到各县市医师工会，需要查询人就会直接到各医师工会去查询。我们希望做这样子一个文字上的一个修正。各位委员，针对卫福部的修正的这个建议，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我们提案的目的应该有达到吧？提案人不在啊，是，我看应该是还好了。好，次长的意思应该就是说，由全联会转资各县市的医师工会来提供嘛，是意思是一样的啦，只是可能文字上就是怎么样？因为殡仪每届审核委员聘任完成后，由这个怎么样？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转资各县市的医师工会。提供各专科的审核委员名单供查询，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文字修正来通过。好，好，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继续询答，请蔡益瑜委员。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次长您好。那次长，因为上午的时间我在这边听到先前委员的询答，那以及次长你长期间在高雄担任这个卫生局，所以跟所谓登革热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作战我想次长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去年在台南的登革热这个疫情真的是对我们南部我们在这个亚热带区我们南部的居民是非常的有点震撼，因为过去在登革热比较多的地方感觉都是在高雄，尤其是在比较都会的一个地方，那在真咖会感染的比率是不高的，而去年在台南这样的一个暴增，它的发生的案例甚至已经超越了高雄，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嘉义又正好在台南在北部一点，那我们一样是北回归线以南嘛，所以我们去年我们嘉义也是非常的恐慌啊，到大家就抢着去要这个盐巴，然后丢到水沟里面去看能不能去做一个防治。那当然也是相对比较幸运的是，登革热疫情没有在北上。所以我想要问次长的是说，到底这个亚热带，亚热带的这个登革热像这样的一个疫情，它是因为全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暖化，所以它是逐步北上吗？那还是纯粹是去年是台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跟委员报告，基本上登革热会流行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人口的密度，住宅临近，整个结构容易产生滋生源。那最直接的关键就是这个南部地区所谓埃及斑蚊的数量是绝对的大因素。那有病毒进来。同样在北回归线以北是白线斑蚊为主的，可是在台南跟高雄还是在都会区里面是埃及斑蚊的比例比较高，甚至达到4:1。那因为埃及斑蚊呢，一般它咬人可能咬5-6个，甚至它一次要吃到饱的时候敏感度也高，所以它动一动它就跑啊。白线斑蚊比较笨，它只咬一个人随便打它就死了，所以白线斑蚊的传染力不高。那这样子情况之下，如果以嘉义的情况你要了解的话，其实我们去做
嘉义的病媒文的调查就很清楚。那所以它虽然温度提高，但是有其他的条件配合，它才会逐渐往北移。那如果像日本在两年前，它的这个佐佐木的这个公园里面呢，是基本上是发现它还是白线斑纹，只是因为来来去去的游客从东南亚带入众多，传了160几个人，所以台北包括过去的永和有传的大概都是在20几个、30几个就停止，那是因为蚊种的不同。所以关键点是在埃及斑纹。那因为高雄跟台南地区是人口越聚集，以前的蚊子要咬一个人可能要飞好久才找到第二个人可以咬，现在都会区它食物充足了，所以它咬的速度快，所以传染力也就快了，大概是这几个因素。同样一条水沟在台北有那样的水沟，可是在高雄它就是会长埃及斑纹，就是因为它先天在那个热带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又湿度潮湿，加上有这个蚊种。其实埃及斑纹是过去从船运里面压舱水带进来的可能性最高了，就是 日战时代的时候去南洋，然后他回来的船舱里面把水卸掉的时候，把南洋的一些埃及斑纹或者都带进来，过去是这样子认为的。好，是，那次长，那谢谢次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哈。那我把它回到了说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要讨论要设立的这样一个热带的一个医学中心。那我现在是我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立院的。我们立法院我们的同事提出来的。那次长，我想要请问的就是说，依我们现在我们疾病管制局已经有设立了一个我们卫福部已经设立了一个疾病管制署。那这个疾病管制署的一个组织法中，我们看到说它的第二条第二项，它就列举了说疾病管制署掌理的有包括各种传染病之预防、控制、调查、研究以及检验。那想要请教的是说，那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管制署过去已经有这个调查跟研究，那就这个热带医学目前的这个研究量以及可以进行研究的人员是在配置上有不足这样的一个状况吗？委员，是不是我这部分请机关署长直接跟您说说？请署长。是，报告委员，这个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以及我们的组织条例呢，在这个 SARS 之后大为增修了，所以确实是呢赋予给他非常多的这个责任。但是现在的组织形态，特别是以公务机关的组织形态，确实是没有办法担当啊。所以其他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最重要，假使你要能够保持你的技术方面的一个这个优先性，这个 technical competency 呢，确实没有办法用公务机关，所以很多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改，甚至于像对岸的这个中国 CDC 呢，它也是用这个事业单位的方式来承担了。所以委员刚才讲的问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了，为什么不就直接由这个疾病管制署呢来扩大来做？做不到。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用人方面呢受到了限制啊。那我们现在的疾病管制署虽然呢也有所谓呢依照这个大学的聘用的人员，这是很少数 CDC 我们的主机有的，但是在上次改组的时候呢也被降了一格了。所以呢过去呢研究员比照这个教授的，现在也不是了，现在变成是教授，我们的研究员只能够比照外面的副教授。所以诸多的这种现象，我想我只是要跟委员讲说，大概大致了解问题真的是用没有办法用公务机关，所以我们才会非常赞同这个核实，或者是现在这个政务部门所提出来应该要成立一个法人的机构。好，谢谢。对，就这样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到底要怎么去行事，不管是行政法的还是怎样，我是请我们卫福部还是好好的研究了。那这部分我们是支持的。那因为我现在跟次长我想要再讨论在另外一个，虽然不是跟今天的主题并不是很相关，不过也是我们卫福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台中爆发了这个一个议员一个对社工人员的一个出口。打在想社公园说他们都是吃饭拉屎的啦。这样一个公法，事实上我是想凸显的，就是说我们社工人员这八年来，这过去这八年来真的是都没有去社工人员的比例的一个不足，这真的都没去检讨呢，这八年来是完全没有去做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哦，看一个数据，这个是104年哈，哦，家暴跟性侵防治的一个社工人员，哦，在台北哈，哦，在台北哈，哦，社工人数才28人，家暴的通报数有11860件，那性侵害的通报数有1366件，平均一个人就要处理472件，在台中。平均是一个人要处理333件，台南一个人178，高雄是一个人处理了263件。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基本上你需要去处理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看到社工人员，他们一个人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能量，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社工人员中，我们都是用约聘雇的，几乎让他是公职的一个社工人员的比例不到1/5。所以这些社工人员，他们甚至还要去考虑说，啊，我一年一聘，反正我每年都无头路啊。所以他们都已经严重扼杀了他们从事社会这个工作，哦，从事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热情。那市长，我们难道真的对于这一个社工的整体环境的一个劣化，我们没有要提出相对的一个对案吗？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在我们部里面，由社公司呢针对这相关的问题，都有在做重新的一个讨论跟设计，也希望解决现阶段呢所有社工人力不足，或者他工作条件不好，甚至工时方面的一个问题，都有在做全盘的一个检讨，也希望能够达到社会的预期。在卫环委员会里面，我们有相对的一个说明跟报告，所以部里面如部长。特别也重视这件事情。至于这个台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呢，过去在高雄也曾经发生社工被打，所以站在我们部里面的立场，绝对是支持我们所有社工人员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作权，跟甚至他的一个尊严。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会予以谴责。另外说穿了，社工人员其实是我们社会现阶段一个社会形态里面的。工作上，我们称为宝贝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投入，其实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是，谢谢市长哈。因为社工的这个问题哈，它还牵扯到我们人事总处，因为我们人事总处的这个总员额的一个限制，让社工员都是约聘制的。我认为这部分，市长可以跟我们人事总处这边跨部会大家沟通一下。你如果这一块不打破的话，你的社工都是一年一聘的，他这样进入这一个领域。变成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样是错误的。哦，那尤其现阶段的这个社会中，需要社工去协助的高龄化、哦少子化这样的状况，需要社工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分市长可以好好的一个研究一下。好，我会带回去给部长。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发言。主席啊，各位同仁，我想今天这个案子之所以会到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来，是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法。那又将所有的组织法的部分放在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做讨论，原因就是要在于求得它的一个一致性，哦，避免这个我们在做组织法的这一个组织的草拟的时候呢。有这个怎么讲，在立法的过程中有失衡的状况。那所以我是认为，从一个行政跟立法权力分立的观念来看呢，组织的这一个部分哦，应该是要磨，因为它涉及到人员的配置、经费的编列嘛，这个应该要当然是先尊重这个行政机关的一个意见。所以当然一方面肯定这个陈义委员的这个提案，但是一方面如果说行政机关他相对应的还没有提出这一个可能的版本之前，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如果说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组织法直接就排入讨论的话，我认为是某种程度是逾越了这一个行政机关他对这个部分的一个权限啊。因为你到时候如果行政部门的有意见，那你通过了以后经费人员都是由他要来做编列，
所以有可能是不是说下次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组织法，我们是不是也要先跟在排入之前，是不是要先跟这个行政部门做一个协调？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个人从今天早上看答询到现在为止，刚刚次长的意思是说三个月内再提出相对应的，那这个事实上已经到下个会期去了嘛？好，事实上已经到下个会期去了，所以我认为组织法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是要先请这个行政机关对这个案子提出对应的版本哈、我们再来审呐、如果进行排入，我觉得容易这个将这个议程哦留于这个只是答询阶段的空泛。那等到行政院的版本进来之后，我们要再做一次答询哦，我觉得这样子蛮浪费的这个时间的。那接下来我是想就这个组织的这个部分哦，也请教一下次长了哈。我们请教一下次长好了。就现行来看，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的基准法来看，当然如果说你要设在这一个卫福部底下的话，那当然应该是三级机关。那就我了解的话，三级机关照现在已经满了。不是我的意思说它的名称当然也就是叫署或者是叫局嘛，对不对？不可能是叫做中心嘛，如果按照至少看这个放在这一个卫福部底下，所以如果是要放以中心的概念来配置的话，它就次长的理解，如果它是要放在做行政机关里面的话，那它应该放在什么层级或什么各位报告，假设啦，假设是行政机关的话，如果今天拉到跟署的位阶一样，就变成真的会叠床架屋，指挥体系会紊乱。因为疾管署已经有既定的疾病防疫的工作，那这个单位其实也是要做疾病防疫工作。那怎么做？我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中心这样的概念，有可能放在这一个卫福部底下成为一个三级机关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事实上，目前在我们行政机关里面，受限于人力，就是基本上人数已经是受到满了。那另外在经费的预算上也不可能再会增添。没有，我是说假设啦，假设像现在的卫福部底下，如果要设类似的中心的话，如果是用行政机关的话，有可能是放在什么地方？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放在机关署底下，放在机关署底下的一个行政机关。那你们现在放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是说你们的拟议啦哈，不管是说一个分支机构哈，或者是说一个另外一个财团法人。来做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去修改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财团法人里面的内的章程啊？还是没有错。第一个，如果以他的分支单位，或甚至我刚刚特别报告说，是不是拉到所谓分院，那只要他内部董事会通过，再报上来。那报上来之后，还要不要报到立法院来？这部分基本上还是要尊重，是以先送到我们部里面，在可能立法院应该是备查。我所了解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们采行的是这个案的话，那如果又不要送到立法院来做进一步的审查，那我们这个案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是要求立委撤案吗？还是我们就不予处理？这个有关署长清不清楚整个那个修法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国员，这个部分当然我不是特别这个清楚，我们。那个法规会是有在场了，不过就是委员可能点出了一个重点了，假使是我们只是很希望在这个国务院底下啊，把一个临时的任务编组呢变成一个常设性的话，可能就不牵涉到真正要动法。不过刚才何志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在做内部的一个这个检讨，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来提出来的。因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又进一步提到说，我刚刚提到说，委员单独提，那么组织法的部分行政机关没有对应，我们不适宜就先审。但同样对应的，假设你们提到的是国卫院底下设一个分院，而又变成跳脱了立法审查的这个过程，那我反而又觉得不宜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等于是说，哦，你在国卫院底下设个分院，那本来大家说是从组织法里面下手，那你现在说组织法不用改了，那反而国卫院。底下设个分院要不要经过立法院审查？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从法治的层面要去做个探讨，就是说国务院是不是能够这样子跳脱立法的审查的过程？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国务院不可能跳脱立法院的监督，因为我们
公部门出资少50%以上的都要收到立法院的一个监督。对，但我当然是说从组织编制上一开始我们就要报到立法院来接受立法院的审查。那另外，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你们法制单位回去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我其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很懂这个医学中这个所谓热带医学中心它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了。但是我看相关的这个一些资料显示，就是说刚刚因为蔡委员也提到了一个问题，我实际上还是没有听懂这个。台南爆发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登革热的疫情，到底是因为在一开始的这一个预防的工作、防治的工作，包括减少这个滋生源等等做得不够好，不够彻底，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趋势而是没有办法防免的？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全球暖化会造成登革热风险提高，这基本上的一个原因。但是台南这次的事情，据我所了解的，可能待会署长也可以稍微补充，他刚开始发生是在一个跳蚤市场，啊，那个市场呢人流很大，甚至来自南部各县市都有集中在那边。他刚好发现有一个大型的滋生源，事后才特别隔了一段时间找出来，所以他有蚊子，同时有病毒的移入，人流大，所以造成一下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你认为滋生源并没？文的这一个滋生源的一个防堵，其实也是一个防止这么大规模疫情的一个非常基本上，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防治的重点，就是滋生源的清除跟病媒蚊的控制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好，但喷药恐怕是第二个。我在卫生署也担任好几年的这个书院委员委员，我有看到很多书院的案子啊，都是有关滋生源罚款的案子。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去清除这个积水的容器啊等等上来，那所以如果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某种程度是投入一定的经费在这个所谓的北回归线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对滋生源的这个的发生啊做一个防治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远比现在所讲的热带医学中心作为防治这个登革热大规模疫情在明年再度爆发，是不是来得更重要？跟委员报告，两个都重要。当然，现阶段从环保署到我们卫福部机关署，甚至到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都会有结合起来，在疫情还没有来之前，也就是5月或者6月之前，大概重点工作都是在所谓滋生源的清除。那如果雨季开始来了，温度也上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什么需要这个国家级的这个防治中心？就因为它可以去帮我们看所有，包括水沟、房屋结构到底哪一些条件可以利用学术的一个研究的成果来做改善。那这个部分现在没办法。在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中央的防治上面，我们只能就现有的滋生源尽全力去做清除工作。可是问题是，蚊子它本身历史也悠久，同时它生存条件很容易。尤其在高雄，我举个例子来讲，高雄地区现包括台南地区，污水雨水分流的接管率越高，过去的水沟是脏的，它会长家蚊，不会长我们所谓的埃及斑蚊或者白线斑蚊。现在整个水沟弄干净了，反而制造出来的是，这个民众呢可以享受比较好的优质的。我要讲的意思其实是说了哈，在任何的一个新机关的设置，你当然你拨给他一定的人员、人一定的经费，都又会产生排挤的效果啦。国家的财政就是这么多，好，那么你现在说，刚刚赵委员提到说，那钱不够，那事实上是后来因为疫情爆发了以后，那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但你事实上你在前端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你后端的钱那当然要拨进去嘛，那所以如果从国家财政就是做一个资源的分配的一个有效性的观点来看。大家提到说，这个国家医学中心的设置跟病这一个登革热的防治这件事情画上等号，我个人看起来是不见得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比较像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研究，或者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提供，但是没有办法，当然的去防堵说这一个明年的疫情，它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有或者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在第一线的防治还是重要。那更接下来我看到相关的新闻也有提到说，有关所谓的
登革热应变的医院，这也就又涉及到资源的一个投入的问题了。我不太清楚说像这样的所谓的登革热应变的医院，其实跟你这一个所谓的热带医学中心的一个成立，其实也是两件事，对不对？我跟委员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应变医院是就现行医疗体系，它可以因应这个疫情，不管是登革热或者是肠病毒或者其他的流感，它可以做现有架构下人力的一个因应的措施，这个是指这一部分，所以不会去额外增加什么经费啦，或者其他的一个人力上面的一个因应。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所谓国家级的单位去给他去做分析，那可能疫情的控制走向会比较不容易，所以其实是没有互相排斥的了。也就是说，你们这个所谓的登革热应变医院，因为照我看到了，就只是相关的新闻资料。我刚刚已经讲，我不是专家哈，我只是提到，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去到医学中心里面去嘛，所以你们要成立一个应变医院嘛。那你为了要成立这个应变医院，你就也要投入，在从卫福部的观点来看，你要将这个应变医院能够达到一个应变的功能，就是他们能够专门来这一个就登革热的这个来医疗嘛，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投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说也有应变医院哦，你要有一定的资源投入，对不对？那你从第一线的防堵、资深员的这一个病媒的防治，也要有一个经费的投入，也要跟各地方政府要配合嘛。那你现在也有说你要成立一个医学中心，那你卫福部当然还有更多的业务哦要做了。那我只是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好奇的、纳闷的去提到说，那你这个经费到底要怎么样子做到大家都高兴欢喜？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难免之间都产生排挤的效果，不是吗？跟委员报告，如果就像当时国家卫生研究院成立的时候一样，你今天这个研究单位成立，我刚刚讲过了，我们可以去做预防性，这个大家都同意，一定要把预防性的工作做好。后面花的钱就少，那怎么样去把预防性工作做，就必须要有学术单位，它绝对不是以做纯研究为主，而是以防治的方向来做制定研究的一个计划的内容内涵。所以今天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如果这个水沟在各县市为了排水，不要造成水灾淹水，影响民众的居家安危而成立的这个水沟，反而变成一个病媒文的温床。那怎么样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料跟未来的一个研究，可以去解决这个蚊子滋生的问题？如果没有他们的投入，我们在前方的工作怎么做？签了一个月，它之后又再长出来，两个礼拜以后又再长出来。所以现在变成要把预防性工作做好的一些前提之下，也需要这些学术单位的一个资源。然后这样子，我们后面发生疫情少，当然相对的经费花的就会少。好，抱歉，我只是占用了时间，我刚刚还没有机会问到说你现在所需要的这些医学中心的来源。哦，是什么样的人才？他们现有的分布在什么地方？那未来预计要招揽的人才在哪里？那事实上，如果啦哈，它本来就分散在各个学术单位，啊，你所谓要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啊，这件事情，这个跟委员报告不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是有自己另外一部分是专责的人员。那这些学术单位的教授，他还是在各自学校的里面去做他研究，但是因应这样子一个工作，他们愿意投入出来去参与啊，比如某一部分是他是专长，尤其病媒文的一个研究调查是这样的。好，我想时间不是很多了，我只是认为说所谓的集中跟分散这个熟优熟劣这一点，我还是有疑问啦。好，我想其他任何各个组织编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问题，我只是用我们类似在做这个，比如说司改啊，或者是类似观念来去探讨，说你把它集中分散，这个到底是所有所列这件事情，还用也不见得吧？哦，好，谢谢，我们会参考来深入研究。谢谢。接着我们请周春米委员。我这个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早上的询答哈，上午的询答哈，会稍微延长时间，会到周陈秀霞委员。那刚刚段宜康委员哈。段昭伟有提到他会有一个简短的三分钟左右的发言，哈、哦、啊，上午哦的会议就会到这样子的时间截止，哈、哦，谢谢，请。主席、各位委员同仁，那还是有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委员好。次长，那早上整个询答下来，应该是可以确认说。
主管机关是比较倾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下面设一个分院，哦，那它的地点是考虑在南部嘛？那考虑在南部，主要应该也是像就是配合目前的一些紧急的状况的考量，登革热在南部地区大概就比较盛行。那想请教次长是说，那目前我们在今年有成立这个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那它这是一个临时的编组吗？还是？跟委员报告，当时在谈论整个登革热防治或相关热带疾病的时候，是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短期之内，因为因应去年前年疫情很严重，那很怕说今年疫情是不是也会随之而来，像新加坡已经是三倍以上，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赶快在台南跟高雄成立这个文媒传染病的研究防治中心。那基本上它就是在这个，因为国务院是财团法人嘛，对，它基本上就是在财团法人的分支下面嘛。它目前这个不是叫做国务院底下的一个分支机构，而是委请国务院的传染病跟疫苗防治研究所来规划，规划以后这个单位成立，还是它独立成立一个所谓的文媒传染病的防治中心。那里面运作的成员有既定组织的一个聘请，那经费是来自科发基金，目前是2亿。那里面有一些研究计划是请全台湾所有相关跟登革热防治有关的学者呢，按照防治的需求去进行相关的计划。所以它里面是没有所谓的编制，都是就是临时。它有的编制就像一个计划型的这样子。计划型的，对 对。所以是临时性、暂时性的这样子。所以那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误会次长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如果是财团法人，就是在南部设分院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这边的整个经费预算，或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方向放到这个分院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误解次长，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现阶段的叫短期，那里面的人才如果聘了，他没有永远的一个编制的话，如果在成立分院以后，这些人就过去已经工作那么久，有他的经验，也有他的学术研究的人力的培育，所以可以进到未来规划的里头，但还是要照相关的聘用规则。那现在这个中心大概以105年度的预算是多少？今年是2亿。2亿。然后106到109，按照520之前当时的规划的讨论是，希望科发基金可以抓3到4亿。那刚刚听次长的一个回复，就是说这个防治中心嘛，哈，就是我们说文解字，防治中心大概就是在预防，然后在应该是治理。那执行方面应该还是要透过各地方的县市政府吗？委员说的没有错，因为地方政府就是在前线打仗的人力是有，但是他们后勤需要的一些疫情的预判、资深员的点，哪些是热点，哪些怎么样的一个资讯，甚至到预测的模式，这个部分是需要我们这个单位去支援。因为前线打仗的人，他只知道说我今天就是清除资深，他等于是参谋的地位，就对，类似这样子提供比较有效的预防方法的。那我想我接下来请教次长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目前我们就是因为梅雨季节快到嘛，我们也很担心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就是像去年或者更严重。那现在是有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然后我想请教说，那它跟这个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组织法第二条，就跟这个疾病，哎，你们怎么称疾病管制署，它的这两者之间的分工，或者是说两者之间的这个业那个负责的部分有没有冲这个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重复？我知道一个。跟委员报告已经运作了大概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我请疾管署署长跟您做说明？疾管署，是报告委员。我们两个单位呢是一种这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啦。那么CDC 呢合作的关系，因为 CDC 是比较像是一个作战的单位，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支持研发的一个单位来支持我们哈。那现在国务院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还不够大啊，所以才会支持说。希望呢能够有一个类似这个刚委员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另外一个比方当然就是防疫视同作战嘛，所以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更
稳健更好的一个中山科学院类似这样的一个机构呢，来提供新的武器、新的战法呢，来支持这个前线的作战。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对。那在之前还没有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时候，那刚刚署长讲的这些的任务、这些的工作是谁在做？之前机关署是请哪个单位，还是机关署自己做？所以因为做不好，所以这样做不好。对，有过去呢，当然我们也自己做，我们的同仁其实是非常的优秀了，我必须要这样讲。但是呢，作为一个公务机关，我们难免设限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科技的这个经费，受限在人员、受限在这个会计等等的这些非常比较不弹性的这种约束嘛，所以呢才需要另外一个类似法人的机构呢来这个做支持。那我想我刚才也有报告过，就是我当然很希望说，假使是就在这个疾病管制署呢来增加人员，来增加科技方面的专长经费，这个是当然是最好，尤其是18年前呢，还是当初呢，还是因为我在当企划处，把原来的三个单位三合一，成立了今天的疾管署。但是问题是，它基本上还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整个时事还有气候的变迁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会因这个因为时间的变化来考量。那现在是说，那再请教看是次长，今年的这个整个，如果我具体问啊，就登革热的这个防治，中央政府是编列多少预算？我还是请署长这部分预算。好，这部分是编在疾管署下面吗？就是有关这个登革热的这个部分呢，大概我家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000-7000万左右。对，是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多太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整个 CDC 的这个预算呢是受到限制的啊。那再来呢？也因为了要补足这个不足了，所以今年年初，在520之前呢，那张院长呢特别呢拨了将近预计2亿的这个动二的这个经费呢给地方了，就是因为看到呢我们的这个预算不足了。那当然这2亿事实上现在呢有条件了，所以前面呢在疫情小的时候呢先释出大概2-3千万，那再随着这个疫情呢再来对，就是南部的各县市吗？南部三个县，南部三个县市，对，主要是南部三个县市，就是台南、高雄、屏东。是，对对，所以呢，就是严格讲起来呢 ，CDC 的预算呢是有限的啊，也没有比过去呢增加很多，但是呢会有已经也拨下去了，就是额外的呢行政院的这个第二预备金的挹注了，所以今年呢是要比去年膨胀很多了。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今年还有这个爆发疫情，以至于还要再去动用这个第二预备金。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花小钱，然后来省大钱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那就是回到刚刚顾委员，我们有讨论，因为我们在司法法制是省组织嘛，哈。那如果说刚刚照次长的一个报告的方向，将来我们就是在南部设，就是设南部分院，那基本上就在财团法人下面嘛。那他的也没有所谓的组织啦，要送到我们这个委员会来审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刚还有次长还有提到说，在医学中，在各大医学中各医学大学来设医学中心，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没有这样讲，刚刚是可能。就是中心是叫做防治中心，你刚刚有说5种可能啊。对，最后一个是学校，就是有些比如像高雄医学大学或者中山大学，对对对，他们愿意提供，就比如说拿高雄医学大学来讲，他前年有部里面给他的2800多万、嗯，那他已经既定的一些成员，还有一些学者，也包括中心大学或其他全台湾各个学校都有融入这个计划里头去，所以他们是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不是可以争取。在他们学校里面去设置，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可是毕竟我们这个是一个公务体系的研究单位，所以放在任何一个学校去，恐怕他考量的点，还有包括也会牵涉到教育部各方面，我们觉得还是不如我们直接在国务院自己的底下这样做。那刚刚
本席哈，我最后用这个纠正案的这个文哦，来做个结论哦。就我们调到的资料，就是说那个疾病管制之前是叫疾管局嘛哈，在1999年的时候，本来是针对这个登革热及其他病媒传染病防治4年计划，就1996年到1999年，我们本来是总预算经费是7亿4500多万。好，那平均每年是有1亿8000多万，但是后来呢，这个本来是针对放在登革热，那后来有做一个变革，做一个减缩，就是急性传染病流行风险监控跟管理计划，这个部分计划整个降下来是到4亿多，就本来是编列7亿多，变成降到4亿多，所以每年大概预算就剩下9000多万，等于本来是1亿8，那变成9000多万。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不愿意去揣测说之前这样子的整个预算的这个减缩是不是跟后来的疫情有关联，但是这个部分确实是受到监察院的纠正。那我们想要在这边就是提醒说，那你一个政策的错误事实上后来造成的影响，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希望疾病局或者疾管署或者卫福部能够就这部分再做更确定的一个监督跟执行，谢谢。好，接着请周承秀下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次长好。我们台湾是属于亚热带啦，台湾这个地区所以这一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气候也非常的潮湿，所以这一些可以说是病媒蚊的温床，他们最喜欢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啦，所以自古以来一直是这个传染病的盛行的地方，也因此造成了我们台湾人民生命财产上的严重损失哈。那我认为啊，进行亚热带疾病的监测跟防疫哦，并且强化国际组织间的这个交流合作，来成立一个专责机构啦，我是觉得有其必要性哈。那我们今天审议的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哦，请问部长你？支持成立这样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吗？我是次长，报告委员。次长，基本上我们这个思考方向都是一致的，也是大家共同要解决，尤其是南部地区的相关疫病问题。所以你也是，但就是组织的态度、成立的定位，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才是我们目前在思考要评估的。那这样的话，未来。跟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要怎么样来进行分工啊？你是要用现有的人力还是新增人员呢？基本上是现有的叫短期计划，他们也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传染病跟疫苗研究所去规划的，所以整个方向是会一直有延续。如果从用国卫院最后设立分院，所以他人员确实是会有增加，同时要找一个永久的地点，然后把它投入经费，变成人事跟经费都是固定的。所以员额方面还是会增加的，应该会增加。因为从事热带医学研究这个方面，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们的政府的资源真的非常有限，所以一定不能够在这个叠床架屋了。我们各位委员当然也说过很多次了哈。热带医学中心跟我们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这个方面看要清楚分工还是要进行诊病这个方面要把它弄清楚。那今天人事总处有来没有？人事副人事长张副人事长。副人事长，喂，好，来，我来请问你一下哈，因为这个会有那个员额增列的问题，所以我来请问一下，你支持成立这个热带医学中心吗？我想各位委员都
经过很充分的讨论，我想大家目标一致的，原则上行政院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520之前已经就这个方向已经确定，希望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文美传染病的研究所，类似这样的一个单位。哦，所以你也是持支持的立场啦。好，谢谢你，请回。谢谢。台湾观光旅游非常发达，而且极大量的引进一些外劳，所以把一些热带疾病通通带进来了，像肠病毒了、泰国肝吸虫还有条虫这一些热带疾病，都带到我们国内来。但是国内的这些年轻医师缺乏这些临床诊治热带疾病的经验，所以容易造成延误。那我请问次长，你在这个培训热带医疗人才这个方面呢，是不是要来积极来策划一下？报告委员，基本上不是只有外籍劳工的移入，而是我们国人去东南亚旅游也会同样有这样的风险。那至于我们的医师是不是说对于东南亚新兴的包括区公热这些诊断会有所谓的落差，我想在我们过去每一年都会举办包括跟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共同举办的研讨会，那他们也会把他们相关的经验提供出来，我们也会让我们所有的相关医师人员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会彼此有学习交流。那如果在未来这个中心成立以后，当然这方面的培训我们也会有国际上面的合作，不会只有单纯说我们局限在台湾自己的问题上面而已，因为现在毕竟国际化，然后全球的交通便利，大家往来频繁，是一个地球村，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充分的去掌握。好，谢谢。那大量还是这些外劳带进来，因为他来的太多了，对，数量比较大，对，出去的人旅游是有限啊。那卫福部的这个培育人才的经费这个很少哦，少得可怜哦，而且哦还是处在重医疗轻工位的这个旧思维里面哦，导致这一些工位人员都有工位能力的这一些人呢都没有地方去发挥了哈。那我再请问次长哦，这些是不是要加强工位人员的这个培育？好，谢谢委员。基本上我跟郭署长都是从原来的医学系在投入比较多公共卫生的工作，所以我们深刻体会国家需要公共卫生这方面人才大量的投入。那公共卫生司法也在持续的努力中了。那所有相关的一个卫生主管机关，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其实公共卫生相关的人才是主要的骨干，除了护理同仁之外。我想这部分呢我们会持续来努力，让所有相关公共卫生培育的人才呢能够进到政府相关的机关做相关的工作。好，去年台南爆发登革热大流行啊，非常严重哦，而且造成死了100多个人啊哈。那今年本土登革热也将近有400个病例发生了哈。成功大学医学院那个林教授他就有提出警告了，他说天气越热登革热疫情恐怕会更加严峻，他说要必须要提早预防，提早防疫避免重蹈覆辙。那今年要如何防治做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吗？跟委员报告，我们中央有重新拟定新的一个防治计划，但是我待会机关署长可以再补充。那另外地方的部分呢，在台南他跟所有相关的学者专家还是持续去年的模式在运作，尤其着重在预防的工作上面。那高雄地区呢，在陈副市长呢，他希望所有的医疗院所能够加入快筛跟卫教的防治网，那这部分包括所有的一个病媒文资深点的掌控，现在其实两个地方政府都持续努力在当中。那如果按照去年的疫情如果再爆发，我相信大家都受不了，所以刚刚委员特别垂询的问题呢，不管是中央跟地方都已经有进行相当幅度的一个改善，同时已经在着手进行。像台南我有看到他今年是有提早了啦，去年后来是因为很严重，他后来是用什么样情形来做你知道吗？他使用大量使用这个喷洒漂白水还有清洁剂嘛，但是这个后遗症啊，次长你知道他后遗症是什么吗？如果在水沟里面这个只要水是有流动的，他最后稀释掉往后面的下游去排，其实过去20-30年不管是台南或高雄
类似的方式都有进行过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产生腐蚀啦，或者有些人说会破坏生态，但是一般会长蚊子的水沟里面没有生态了，除非有老鼠啊其他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在任何一个防治方法上，他会做有充分的考量，不希望有产生后遗症。那另外喷药的部分有所谓的抗药性，我这个部分呢，到底要怎么样去实施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减少抗药性的存在，也是值得再深入探讨。但更重要的是，其实不是喷药，喷药只能解决后续大量滋生源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滋生源清除。它这个东西啊，漂白水跟这个杀虫剂，它喷了以后，它会产生累积一些环境毒素啦。那这些环境毒素后来还是要被人体来吸收嘛，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所以我要请我们环保署这里也要想想看，用什么方式来防治、来预防会比较安全。包括生物防治的方式，我们也会尝试在努力在研发。对，那我们现在生物科技也是很发达了嘛，所以请你们费心一下啦。那疾管署日前就也宣布了说，全国已经进入肠病毒的流行期哦。每年肠病毒发生都会导致学校停课或者我国人的伤亡嘛，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求我们卫福部要防范未然哦。那今年的肠病毒的疫情可以控制得了吗？请署长。是，好，署长。今年的这个肠病毒，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已经四年了没有流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流行之初了，等于是二三月的时候呢，就已经拉强警报了，也提早这个整个的体系的准备的工作了。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控制得下来。现在的这个资讯看起来呢，确实是因为包括幼儿园啦、家长呢都特别的这个用心了，所以它上播的这个速度呢，比我们预期的要慢，那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了。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整个的防疫单位呢不要松懈，能够继续保持下去，那么来降低各种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损失了。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我们的统计呢，只有三例确诊的重症。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速度呢，扩散的这个速度呢，能够还能够保持这个样。那今年的这个成效呢，就可以期待了。对，目前是这样，谢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国际间的这些支卡病毒哈，台湾现在已经第二例的境外移入病例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请我们环保署哈，这个边境管制的一定要落实，因为这个真的很恐怖，不要再让我们国人再次受到伤害，希望你们多多费心。好，谢谢。好，谢谢。接着我们请段宜康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我因为早上人在医院啊，所以来不及这个登记啊，谢谢主席给我三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请这个何次长，请何次长备询。委员好，何次长，我想请问您跟这个林部长上任之后啊，卫福部的人事，这个三级机关的首长，就有没有做调动？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没有这个规划。对，不是没有规划，还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什么时候会调动？这个我不方便讲，不是，我要请示部长。我给你请看一下这个图哦，这位你认识吗？认识，他是我们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邱署长。邱署长是常任文官，我们在场啊，包括有人事这个行政这个人事这个总处的这个副人事长，有全序部的次长，但是我就不为难你们，我不请你们上台。事务官受公务员任用的保障，但是前提是他必须要确保行政中立跟政治上的中立。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要求事务官对个别政党效忠，事务官也应该要守其分际。当事务官代表政党参选，他就应该要离开这个职务，他要先辞职，或者要先办理退休。
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事务官、对常任文官在政治上奋进的要求。那这位女士，她代表国民党参选了宜兰县长之后，她在县长的文宣批评在现在的执政党，然后她选完之后，她回到了国民健康署当署长，她去巴黎代表我们政府去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她在脸书上面还在抱怨她在选举的时候国民党的同志没有帮她的忙，她不再是一个事务官啊。她在选举的时候，她还没有请假的时候，她就利用国民健康署的公帑，在做国民健康署的宣传的时候做他个人的文宣。好了，民进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骂翻天，但是是国民党执政，我们莫可奈何。请你回去郑重的提醒林兆炎部长，现在当民进党执政了，我们的要求，我们不要求公务员对个别政党效忠，但是我们要求确保公务员要知所奋进，不能因为个人厚脸皮我们就纵容他，他受公务员的保障我们对他莫可奈何，但是他凭什么再继续担任三级机关的首长？如果你们今天卫福部，包括你林兆炎部长，包括你何启功次长，你们这些政务首长居然可以容许公务员代表政党参选之后休假回来继续担任机关首长，在新政府上任之后，我一天一天的算，我看你们要姑息纵容到哪一天。即便是你们是民进党政府的政务官，我对你们也毫不手软，请你回去告诉林部长，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会带回去给部长，谢谢。嗯，赞成赞成。今天上午我们的询答就到这里，下午两点半继续询答。好，由许议员第一位开始询答，谢谢，现在休息。